flashback starts. I'm standing there on a balcony in summer air. See the lights, see the party, the ball gown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 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were Romeo, you were throwing pebbles, and my daddy said stay away from Juliet, and I was crying on the staircase, begging you please don't go, and I said, Romeo, take me somewhere we can be alone, I'll be waiting, all there's left to do is run, you'll be the prince, and I'll be the princess, it's a love story.我懂了，老爷，我给你点，好吧？懂了，老爷是让我给他点外卖的。布布妈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你还让布布妈请你吃饭，你是个人吗？布布妈每个月就那点工资，你还让布布妈给你请，还要请你吃饭？我请你吧，我请你吧。Captain, and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it. What
on a park bench thinking to myself, hey, isn't this easy? And you've got a smile that could light up this whole town. I haven't seen it in a while since she brought you down. You say you're fin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that. Hey, what you doing with a girl like that? She wears high heels, I wear sneakers. She's cheer captain and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本来就是有很多发箍，很多颜色，就是为了不同的搭配。我今天想用发夹，或者今天啥也不用。Been getting
是骗布布妈的最有成就感，布布妈太可怜了。谢我醉眼哥的荧光棒。We could le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 This is our place. We made the rules. And there's a dazzling haze, a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 dear.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为什么我手机上看的和我宽度不一样是吧？
说的是颜色，我说是感觉颜色有点不一样。老爷，我想喝柠檬茶，现在还有柠檬茶吗？应该没了吧。给你点个外卖吧，你想吃什么？你吃完了。对牙齿伤害这么大的吗？不是天天喝也不行吗？家人们，我想去剪头发了。不让剪头发是吗？真的吗？那我想去剪头发了，我问一下我的理发师，问一下我理发师啊。欢迎豆奶噗噗，我要问一下我的理发师去。嘿，啊！哎呀，欢迎噗噗，你们都直播了吗？你们在干什么？可以带上我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锁呀？我们几点开始锁啊？好像剪不了了。我刚刚微信问他们说，都放假了都。刚刚看他们好像说都放假了。张某某的虎粮，
欢迎杯莫停，欢迎茶米。换了一家，点了一杯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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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欢迎冰上女神朱叶。好红哥，对我开播了，每天都要播。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播，是每天必须要播。懂我的苦痛了吗？化妆时候就已经吃饱饱了。今天吃了什么呀？明天你的火鸡面酱，以为你今天出去浪了。我今天出去吃了个饭，跟朋友们吃了个饭，然后我就回来直播了。我每天都在播啊，我每天都很。朝着我们张老板的目标前进，张老板在努力工作，过年都不回家的，那我们有什么好回家的呢？那必须是每天努力工作呀。是不是换了发型？对啊，我换了发型。我刚没回你是因为我刚刚在化妆，感觉这个发型好看，那我以后就都这个发型了啊，不改了，家人们不改了。张老板是我的好红哥呀，我好红哥张老板都不知道我们张老板，但这个发型显脸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有没有一点连张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我跟你讲，他从北京回来被隔离了，他现在14+14隔离24天，家人们，隔离24天，家人们什么概念？隔离24天是什么概念，家人们？隔离24天是什么概念，家人们？啊？隔离24天是什么概念，家人们？对啊，14+1424天呢。今天部门聚餐才吃完，明天组内聚餐，好幸福啊。我以为他幸好。数学不好。哦，28天 ,sorry 啊。哦。是28天是吗？哦，对，28天。哦，不好意思，原来是28天呢，家人们。28天，家人们。我张总居然刚刚发微信，我现在才看到刚刚在化妆啊。
今晚去哪里嗨了，张总，我是那种喜欢嗨的人吗？那放假那必定是得在家工作。你是，我是什么？欢迎姚星。那我觉得我这真不行，我觉得我这发型已经有点不太像自己了，怎么回事啊，家人们？怎么感觉跟我自己这么不像呢？嗯，挺好的，有的故意弯打错别字，就为了让人进来评论，那可不是吗？我就故意在直播间说些傻逼话，然后为了让人进来回复。欢迎璀璨麦弟弟。你这方是007。哦，我知道你在暗示我，让我放007的歌，我懂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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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刚放的是 Skyfall， 我以为你让我放这个呢。Hello Hello， 局长，刚开播吗？对，我刚开播，刚上来。他们在唠嗑吧，应该。他们好像还在唠嗑。对，我们干嘛呢？我们两个就是被遗弃了，所以说是这样。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当时为了出来吃一口，结果就是直接装死。什么意思？觉得我给你推荐一首很好听的歌，哎，落了空。哦，我知道是那个主播的嘛，对不对？我看好多人在朋友圈发，我现在就开始放。很多人在朋友圈发。对呀、啊，什么什么关注什么什么的新歌落了空，我看有主播在朋友圈发。你快改标题吧，橘子。好，改成什么呢？改成什么那个主播呀？关注。那是我们的好姐姐唱的。阿涵，不是我知道是阿涵，但是那个发的那个主播不是阿涵，是另外一个主播。我知道，我是说阿涵是我们的好姐姐，重点是。是的，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在直播界，在唱歌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我涵姐唱的最好，真的。我跟你讲，我今天打开朋友圈，我说，哎，这是谁？我以为是哪个女明星发的歌，你知道吗？在原处一动不动。我以为是哪个女明星发的歌，我说我一点开听，我说这是哪个女明星啊？我说，因为我就是朋友圈就经常会有一些艺人朋友分享什么哪个明星的歌，然后我一点开，我说这是哪个最近哪个女明星长那么好看又什么？我一看，我天哪，居然是个主播！天哪，我都震惊了。我说天哪，这完全是女明星的感觉，真的。我真的要他大哥在你直播间吗？不在。那咱们不是纯纯白表演白来了吗？咱们就是怎么回事啊？我真的要笑死。那你怎么，这只是演习了，橘子，你相信我。我等会儿可能要去跟阿涵连一下麦，但是我也不知道会到底会不会连哦。然后如果他跟我连麦了的话，我们是同一个公会的，一直都是一个公会的，没连过哎。那你这很好啊，你这可以就是很有理由去连呀、啊。我当时我会提的，我会说啊、哎、我很多好朋友们也很喜欢你的歌。没有，这样你拉一个五个人的那种多人连麦，我们都在里面，然后你再把阿涵拉进来。我怎么拉人家呀？我怎么好意思拉人家？也是。要不让佛哥干这种事儿吧？哎，让佛哥。但是我们会不会有点太吃相太难看了？
们也不用，其实也不用非得等他大客户来刷什么的，真的、啊、我们就是拉起来跟阿涵认识一下。哎，对啊，对啊，而且我没说假话，是真的挺漂亮的。嗯，对啊，唱的也很好。橘子，就你这小花束啊，你不吃两个火鸡我跟你拼。我说的是真话，都是真情实感。哎，我说是真话。我第一次有人分享的时候，他没有说是主播，我以为又是我哪个艺人朋友出那个新歌呢。我点进去听，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嗯，我看你们在那个说，我才知道是那个主播。嗯嗯。哎，说了姑奶，那我们去导，那我去导佛哥吧，我跟他说一声。怎么样？我右西发了三首歌没有排面吗？我跟你讲，我之前超爱右西，他每天下午直播，我每天守在直播间面前当他的摇头战将，我就是狂扣子。那时候我在上学，我下午上专业课，我戴着耳机，然后我偷在下面当摇头战将，老师在上面上课，我在下面扣字儿，而且他的抖音我关注了，每一条都点赞了都。干嘛总是曾经梦中右西，对，我那时候也，但是我看右西看的比较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怎么看直播，我不太知道，但是就我认识的那么几个，就是当时在公司他们就有人就经常说就很喜欢右西，然后每天都看右西的直播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他是个男主播，然后我去看了那么一两次吧。又好像说他很努力，是不是？我就看了一下下，我没有怎么看过。他是那个他是直播质量很高，就是他可能没有说像别的主播一下播十几个小时，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有节目效果的那种。他不会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播六个小时，可能三个小时在发呆，三个小时在不知道想什么。他每一个小时都有那个，嗯，唱跳全才。哦，我好像听他们说右西特别努力，是吧？然后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直播间就有点像我学舞蹈时候的那种舞蹈室一样。哦、对对，就是有镜子，然后蛮就木地板，然后还有好像还有栏杆，我记得。所以我观察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是因为我很好奇，我说男主播怎么能收那么多礼物。因为他们家不停在飞那个什么最贵的那礼物嘉年华，当时最贵的是嘉年华，一直在飞嘉年华。然后我说这男主播是干什么的？我去学习一下，看一下男主播怎么什么样的话术，什么样的原因。我一点进去，那个男主播在这边打 PK 呢，他们那边 PK 就是把对面的麦给关掉，然后他玩手机。谢谢姐的嘉年华，谢谢。然后又把 PK 刷几万块钱，刷完之后，然后又换一个，又打 PK。哎，你好，你好，我们什么？然后就把麦一闭，然后就开始玩手机。我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直播套路啊？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我没懂啊。然后过一会儿，跟你讲最夸张的发生了，又进来一个女的，开始跟他抢，开始跟那个榜一大姐开始抢夺这个男人，你知道吗？他们俩就比看谁刷多，然后就言语上就是女生中的各种那种小小嘲讽、小暗讽。然后那个男生一直都是保持着帅气的面庞、帅气的侧脸，然后再玩手机。跟你讲，除了那两个刷礼物的人说话之外，其他所有人的说话他跟没看见一样。别问说为什么收这么礼物，主播在干嘛，他一律不回，他只回复那两个刷钱的人。当时我说我震惊了，我说这什么新型直播套路啊。然后我就一直关注他，后来我给他那个点了关注嘛，我不知道有一天是不是他点错了，他给我点了回关，然后他就出现在我那个抖音聊天框里面了。但是后来我点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没关注我，就是如果你们互相关注，你们会成为好友，对不对？然后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很喜欢在抖音里给我朋友分享一些很搞笑的视频，你知道吗？然后如果你们成为好友的话，比如说你看这个视频分享键，它就在下面会显示那个主播。然后我上次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就是怎么样让放屁的声音变大，就是你放屁的时候用脚蹬一下，然后那个屁就会爆炸。然后我点错了，分享给了那个主播。重点是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才发现，我一个月前分享了这个视频，而且它上面显示已读。
我不知道现在，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属于说是那个抖音账号，就是现在立刻马上就是注销，绝不会再用啊，绝不会再用。注销。而且上面，我真的很想笑死。再跟你说一件更加尴尬的事情，前两天的时候，嗯，我的一个歌手，一个歌手朋友他结婚了。一个 rapper 他结婚了，你应该知道，叫梁老师，就是啊，你应该不知道，中国新说唱的。然后他、嗯、他跟他老婆不是那个小孩百岁吗？不是百岁，百日，然后我们就过去嘛，然后我们就过去那个过去吃百岁，然后我们就过去吃完饭之后，他们那些 rapper 说，然后因为他找从北京就是叫来了很多那些艺人演员朋友过来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纯 K， 然后当时呢。有姐妹问我在干嘛，我说你要不过来，这里有很多，我说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小艺人，有些艺人什么的，我说挺多帅哥的，然后兄弟们，然后我姐妹说发个照片，发个视频看看都有谁，我说好，我说因为有些人我不认识嘛，他说发个视频看看，这个死 iPhone 你们知不知道，你点开这个视频，它在昏暗的环境下它给你自动开启闪光灯，而且如果是拍视频它就会那个闪光灯常亮，当时我就假装在自拍，然后想拍一下那个人，然后这个死 iPhone 就给我把这个闪光灯打开，当时他们在那边唱歌，我手机闪光灯这样开着，我假装自拍，然后别人那边说哎，那个你在自拍吗？我说对啊。他说你自拍，你后面摄像头闪光灯怎么在亮？哇！当时我就是一整个大舌头，当时我就决定了，就是再也将不会去这个局里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再去了。家人们，我当时下决心，我就走了。我说我要走，我真的要走，我真的太尴尬了。那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一起社死。不是，短短几天内，这个月啊，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一起死了，咱们就是一起死亡了。一起死亡了，不仅是在网络上面，而且最搞笑的是我的抖音的名字就是我直播的名字，然后我抖音的照片也是我直播的，就是我本人的照片，可想而知别人一点开说这个女的给我发了什么视频，是怎么样放屁声音变大，只要放屁的时候把脚一蹬，那个屁的声音就会巨大，别人说这个女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那天也是一整个社死，一整个社死。我主要是我都不知道，你真的家人们 iPhone 咱们再不会买了，这辈子再不会买，他这个死 iPhone 他自以为是，他心想说，哎，这里拍照环境那么暗，那我就给他开个闪光灯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纯黑的，他那个光很暗，我那个闪光灯就是属于说是一个集中了所有人的视线，当场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说你在自拍，为什么你后面的灯亮了，我还特意自以为是，我还就是进行一个自拍的运动，我还就这样，但其实我在看，然后后来有个朋友就帮我解围，他说哎，是不是想一起合个照，我说是一起合个照。真的很细节，就是真的很细节，毁了我很多温柔。对，别人觉得我是什么人呢？家人们，欢迎云霄之旁。真的好惨，我都替你感觉尴尬，橘子。对呀、啊，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想假装不认识你，就是那种时候。对呀、啊，我就是很丢人，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是有名有姓的人，都是有些是网红，有些是演员，有些是明星，只有我是个无名无姓的人。不仅如此，我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以后在背后议论我，应该会说是在纯 K 开闪光灯的那个女孩吧。他说应该是那个纯 K 开闪光灯的女孩，我就是整个大无语。咱们以后就是属于说是在网络上也死了，现实中也死了，咱们地球无法生活了，属于说是。就是那天老爷，我说我洗个头出去那一天，即便你是兰陵王，那也只有三秒。
闪光姐，我不行，我笑得我腮帮子好痛，真的。因为只有我是没有那个没有姓名的一个小小的主播，他们可能叫我闪光灯，闪光灯姐，闪光姐。最主要是当时我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我还摆出那种自拍的姿态，但是那个后面的灯在闪，就是你想别人怎么看我呀？别说你要拍就要不就大大方方拍，你摆出这样的姿态就显得真的很尴尬，咋了吧？而且还问了你。而且还问了你是在自拍吗？你还说哦，对啊，我在自拍。对啊，我说我自拍。他说你在自拍，你后面的灯怎么亮了？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实可以说，哎，你后面手电筒开了耶，感觉会好一点。对呀、啊，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为我解围的人就好了。当时如果你在旁边就好了。嗯，如果是我真的会愿意那样子讲，哎，其实没什么，我感觉。我跟你讲，不可能按到手电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自拍的时候，那个手电筒是打不开的，那个手电筒是个暗的。对啊，就是只是那么讲嘛。哦，因为手电筒不小心误开了嘛。对。对吧？开着手电筒，然后在这边，我还故作那种就是很自拍的感觉，我给你显一下，就这样。就不小心打开了手电筒吧。我就说我拿反了，应该是这么拿。就是一个如果是我应该已经不我应该直接已经就是在背后开始骂了，我已经开始在骂了。已经开始骂了。就是整个。就是当时就是很尴尬，很尴尬。我都不愿意再回来。但我不知道他们连完了没有哎。怎么啊，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去认下阿涵啊？太烧脑了。是的，去吗橘子可以吗？就我们俩去吗？我们俩会不会就是太过于无名无姓了啊？不要了啦，得让佛哥就我们一块儿呗，带让佛哥他们带我们，对啊，有佛哥在就我们就不显得那么突出，我让他拉我们吧。好，我先跟你断了橘子，我让他拉我们。也许导演会买版权，反正就是真的是很搞笑，很夸张，你知道吗？那个是不不，你刚问的那个人，我不能在直播间的告诉你，但是我等下可以那个私信告诉你啊。放首歌嘛，好的。我像个单纯无知懵懂的小孩，看着你出现了却又离开，你的爱一生就要一碰触都有始无终，我的爱反复倔强笑着说真的不同，只能在只有你和我的人海中，我的爱这次又落了空，你是那南方的雪北方的风从不主动，我的爱大鹏派那种小剧场，反正就是社死呗，反正就是很尴尬，好丢，闪光少女组合，好丢人呐、啊。不加入你们两个一起，还好保了，还好保了全脸，保了全脸是啥意思啊？全显哦，全显，我看着全脸了，家人们，我这每天做光做丢人事儿。
发型真的好看溜了，拜拜拜拜郝红哥，那我就今天就不换了，全换12万多，人傻了，啥意思啊？以后会不会没有保险想保老爷了？老爷天天就是出事，主要是其实也不能怪老爷，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爷，因为本来北方冬天都地滑，涨价30%，是为什么？是原材料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怎么这么贵？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好奇怪啊？为什么你接走了却又不肯还？我像个单纯无知懵懂的小孩，看着你出现了却又离开。你的爱一生就要一碰就痛，有始无终。我的爱反复倔强，微笑着说真的不痛，沉沦在只有你和我的人海中。我的爱这次又落了空，你是那南方的雪，北方的风。像我笑着说，只有你和我的人海中，我的爱这次又落了空。你是那南方的雪，北方的风，从不主动。我的爱陪你，这是我一生。欢迎红尘哥。原来人往里埋葬着我对你的温柔。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看习惯也许就好了，家人们，可能就是我没看习惯，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家人们？好看，谢谢你。Hello， 谢谢璀璨哥。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yet.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现在打狙起步都是火箭狙了。哎，程程直播了吗？程程直播了吗？什么局啊？什么局？现在都是火箭打的？不会吧？那我们现在连打局的资格，这个发哥你不认识吗？我根本不认识，但是我觉得挺漂亮的女生，真挺漂亮的。欢迎大头粗赞。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这样我们还停留在66的时代。已经步入火箭的时代了吗？对呀，我们都不行了，都有点落后了。欢迎三根木头哥哥。你看我这头发长多长。是的，现在二线主播比大主播都会打六六。大主播那不需要打六六啊，我看大主播啥也不用干，那也收几十万呢，那还打六六干啥呀？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大主播啥不用干，你就收几十万。欢迎不再说话，哥哥。我明天得去剪头，我也想剪。和护卫队是什么东西？家人们没听说过呀。对，正月剪头对舅舅不好。欢迎不再说话，哥哥。银河护卫队是什么呀？银河护卫队是什么呀，家人们？幻影。哦，你别剪头了，烫头吧。老爷染头吧，老爷染个红色的，染个红色的，就是咱们就是新年喜庆一下。天哪，天哪，太牛了！直接樱木花道，咱们就是说，对，咱们直接就是顶配樱木花道。Hello,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所以我还是老突然感觉现在好打狙好暴力，没点钱还真不敢。但是没办法，但是我发现虎牙就是你要不停的去打，不停的去玩，不然的话。就收不到礼物。太阳是红色的，怪你个色盲，怪不得认不出克莱因蓝。太厉害了。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对，你不打局，你融入不进圈子，你就交不到朋友，你就收不到礼物。你说太对了，我现在都有一点悟了，就是发现那必须咱们得去干点事儿。So running out of time. So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不能要面子，要面子伤钱。不打局，对呀、啊，而且在虎牙真的是怎么说呢？一山更比一山高，那厉害大哥太多了，容易被嘲讽。那做主播不就得是脸皮厚吗？我在那 K 纯 K 那闪光灯都打开了，我怕他嘲讽我两句。我那抖音都敢私信别人怎么样放屁声音最大了，我敢怕他嘲讽？是的，就是得不要脸混大局。我天天就是跟盛哥说，我说盛哥快带我去打十二点，我说盛哥昨天晚上梦到打十二点了。咱们就是天天，咱们就是混，哎，就是混。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哎，我算是懂了，咱们就是不要脸，也不是说不要脸嘛，就是其实有时候在赚钱面前啊，咱们尊严啊，咱们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生活呢我们确实得要有一点，又得要有一点尊严，需要点尊重。但是在赚钱这方面呢，咱们就是说适当的失去能够得到，能够获得的更多。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你说那些像很有钱的那些企业家，对呀、啊，我觉得赚钱做什么都不寒碜，只要你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好的。对的，只要不做那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觉得只要是赚钱，没有说什么丢不丢人的，丢不丢脸呢，我觉得不存在。我觉得每一个赚钱的人都值得尊重尊敬。对，
你看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是现在有钱了，他们能得到尊重，或你看他以前人家也是吃苦过来的，可能人家也是忍受了很多，包括现在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人家也是，对吧，在吃苦，只不过说他在外面是光鲜亮丽的，可能对你这个阶级来说你看他光鲜亮丽，可能对他来说面对他更高的阶级或者是更有权力的人，他也得，对吧，低下头来，对吧，都是这样的，没有人赚钱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站着腰杆儿，每天啥也不干，那天上掉钱送上来的，都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至少在我见到的没有，可能是我的见识浅薄，但是在我这个周边是没有的，大家赚钱都是很辛苦的。所以说我跟你讲，正是因为我赚钱我太了解了，赚钱就是要有时候要不有一点不要脸，要得落下点面子，得不得管，不要管那么多，不要太在乎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遇到傻逼咱真的可以忍，我就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直播的时候难免就是会，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吧，就是说他可能说些话很刺激你，但是我真的能忍。但是如果在生活中碰到这种人，我跟你讲，在生活中碰到这种人，那你真是找对了。咱天天工作受气，咱们生活中遇到这种人，那你就是我的撒气筒了。对呀、啊，那再有名的那企业老板，那开会的时候还不是对不对？都是这样的，没有人说没有人赚钱是容易的。我说实话，没有人赚钱是容易的。对，老爷肯定最懂。我现在去干点啥呢？面子的，面对对面嘲讽多少有点面子挂不住，看个人吧，像是我的话就是属于就是说没有什么挂不住的，我们家没有人就是没有人，你如果能嘲讽我一下能吃个医药费的话你尽情嘲讽，不行咱只要有医药费。我跟你讲，想怎么说我怎么说，我今天我就是小牛马，哎，我就是小牛马，你说什么我医药费。如果是有医药费的话我真的可以欢迎专属哥。有医药费我觉得你怎么，我就是小牛马，要是没有医药费的话那我就先那我就有推荐位，如果没有医药费的话我也不至于生气什么的，但是我就是要有推荐位可能就要走了。我推荐我先撤了啊，我这边好像有推荐位了啊， sorry 嗯。好，哪有人一直换 ？Hello，Hello。哎，你有推荐位吗？我突然今天有点事儿，什么？播了，我哦，行，你去。兄弟，他有推荐位，别找他玩了，换一个。哎呀，太感人了！出去吃饭还直播呢，我的只播六天的橘子吗？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让人骂的，不直播那个我骂的，从头都要挖我祖坟了。
我们一起去那个锁人。嗯，被毒打是的。我听他们跟那个说你那个挺明白呀、啊，你跟这明白。他们跟我说你看人橘子多明白，啥情况呀、啊？又我明白什么呀？我刚刚在跟他们说我的社死的事情。开始了是吧？你们刚说咪咪怎么了？我看你们聊了好久好久。给他提点意见啊，豆奶不是连麦吗？我跟那个，你把豆奶连上。啊！完了，我们三个，我们。你就等着吃啊，是二手来的，人家大哥都不在人直播间，我拉他啥？那说明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还是都是知道吗？对，你多少外显吗？我17万。完了，你还不如我呢呀，兄弟们，就这十一，最高才能连吗？都看见直播间的频率，我现在想，你十来万，你十整个的虎牙子里边。不从地院里来，说话开始翻了。哎、是的，是的，根本就翻不到。我说实话，打一把兔兔可以加30000，我看一下。打一把兔加三，我们打十。给老爷打电话叫起床。在，欢迎冰上女神。老爷，我可这也欢迎葱，欢迎葱宝，谢我葱妍妍家的大哥老爷，带你认识一下，这妍妍家也是个舞蹈，对，上外显，谢谢大葱哥，这是昨天我们连麦的妍妍，他们他那个小姐姐特别好。哎、他是个舞蹈主播，跟我们一块儿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就是五个家人了。以我为中心，那懂吗哥？以佛哥为中心，因为我拉了几个朋友，条件都帮我凑了6.6块的榜，现在56，直播间的榜全都是佛王府。府分府属于说是，你看，欢迎宝宝，这，兄弟们，那他妈好多人，我咋在我榜上都看不着呢？没有，这不是我干的活，我不能邀这个，是他说那个橘子说想补6.6块的榜，去一下吧，他说补10000块的榜了，天哪！哎呦我就属于24小时有吞咽胃，我都不敢。欢迎师弟。这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我想说事儿，老爷。在，老爷在。老情况我不知道你是。刚刚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本人不知道吗？我给你看。就是要昨天跟你开玩笑的，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怎么妈呀！你看，你这么想我，想我，他说我，
大老爷。你懂了吧，佛哥？我以为这是这套路啊！哇，你要再说那话，我有的话好的，四个点儿，嗯，赤壁美食上，我跟你混个大哥。确实确实，我哥对陪我聊了四个小时，我哥一顿洗脑，我说这组播音乐，点完音乐以后我给对了，推荐位来了，推荐位他那个红包还没到24小时我可领了。还是我可顶了，老爷，要不再扛一会儿，再扛一会儿再走。昨天我你觉着呢？老爷不愧是内部人员，定位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就能立刻取消的，明白没？我知道，我才是干女儿。你趁点钱的拿那个录音录像给我录上。剩现在我暴风雪了，行吧，我看一看他什么时候给我。我等一会儿收到了。假的发俩呢吗？俩都收回来了，俩都收回来了。老爷，我有推荐位啊，我狗不上了，我走了啊，老爷。那个橘子你们播着，我有推荐位，我真有推荐位啊，我走了。兄弟们，没有把柄了，咋还带鸡毛呢？老爷正准备去的，好吧，你推荐位走吧。推荐位，虎牙，我再说一遍啊，以后不要耽误我直播，老爷是我的底线。怎么一天什么推荐位不听位，官方主持人三的，说实话我都不要了，以后主持我都不准，欢迎我聪哥。知道吗？哎，我就那玩意对我来说没有用，不如说，哎，我们好朋友之间互相的谈。今天剩下爵位的取消了，摩哥，你看你这，你一句话，我们都吃不上了。你说这，进阶上爵位，行，那个，等会儿啊，哥，等会儿，稍等一下，我打个语音，能听见吗？能听得见。媳妇儿，给我转1000块钱，我可能今天要随礼。给我转1000块钱，我可能今天要随礼。你别管了，再见，你准备好啊，拜拜。佛哥卡上1000块钱都没有。这一看家庭地位呀。我跟你讲，今天我在群里，我看到妍妍催佛哥直播，说佛哥怎么还没播？我们都播了。佛哥说，在陪媳妇儿打游戏呢，打一下无人机了。我哎，你刚才讲糗事儿，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嗯。我最进击翻家最尴尬的事儿，兄弟们啊。嗯。我有一次送完我媳妇儿，完了以后停车，就是停车得交1块钱的停车费。显示我余额不足，操你妈！1块钱都没有吗？真的，那天真的老他妈尴尬了。车这边跟我这个说这个扫钱，完了我先扫了一下，余额不足，我又拿微信扫了一下，余额不足，我拿支付宝又扫了一下，余额不足。默默我把车窗摇起来，给我媳妇打个电话，我说转点钱。他说干啥？我说。停车费没有钱。欢迎老李啊，欢迎。你老李，你干啥呢？攒点私房钱吧你。不然的话以后又交不上车费了。三三来不来其实。哎，我带着他行吗老李？行不行？
我带着我的好朋友刚来这边的主播，行吗？正好行，那我带着他好不好？带着橘子行不行？嗯，缺两个人，好好好好好，我俩一边呗，行吗？老铁，行行行，那你拉我，你拉我，你拉我啊！好的好的，嗯，也嗯，好的，生死局是吧？行行行，生死局，嗯，啊。程程程程直播了吗，家人们？放我这儿，放老爷这儿。看一下我的订阅就知道了。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be. See,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他一开工资那天就是大哥圈他的那一天，程程没直播，我看到了。那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在他没发工资的时候圈他的，没发工资的时候圈不到啊，老爷，你得在他发工资的时候圈他呀。全天刚圈了1888。咋还没有把我放进去呢？这是不是新型套路啊 ？Hello Hello， 小香娜美，我容易打，我容易打，我容易打没他。给谁打没啊？给你呗。你确定吗？我不确定，但是我不耽误我吹牛逼。你别我这虎梁子给你打废了，我真的。哎呀，那这样、我这么说，老李，咱俩认识这些年了，我问你这样行不行？如果我们今天侥幸赢了，你这个户外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橘子一起玩一玩，行不行？咋玩啊？我这是一男一女的，说啥呢？这查个房，你们那是什么玩？你听说了？哦，对吧，我也结婚来了，我懂。哥，我说，驴哥。跟小鸡拉不了，小鸡没有牵，都是有兄妹，没有。行不行？如果我们能赢了，好吧，都是哥们儿，对不对？我说右兄就是云哥。行。好。那啥，咱们先定定咱们那啥，咱们先准备着。开始。先定惩罚吧。十分钟之后咱干啥？十分钟听你的，你组的局。十分钟之后咱们十分钟之后也没有签白金牌面，白金工会，所以说他拉不了。十分钟输了擦玻璃吧，是吧？行，十分钟以后擦玻璃，往后。行行行，谁出去擦玻璃？感谢虎牙哥的十个，谢谢布布的，谢虎牙哥，谢谢布布，欢迎，学妹来请进虎粮奖哥，谢谢布布的虎粮，再发虎粮。输了的话呢？一人300个俯卧撑，啊，不是300个深蹲，300个俯卧撑啊，300个俯卧撑，300个俯卧撑可太他妈吓人了，我得坐到下坡，真的坐到下坡坐不完，300个深蹲吗？
费了，感谢老爷的续费。我觉得三百个俯卧撑一比一，哥一比一，我就可以那啥。感谢老爷续费，吐今天中午的饭了。我操，三百个定吗？别三百个了，别三百个了，受不了。就三，哎，就三百个，你别往后退。就三百个，哦、是吗？翻翻手机给大佬打打电话了。总共三百个，是一人三百个。你这样。我听你的，因为咱们的那个这个局，你是想说都做一起做三百个，还是一人一百个，我都接受。哦，你没事儿，我就喊喊你。你这样吧，咱俩作为老爷们儿，咱俩多整点儿。行行吗？行行行。女孩子少点儿。行行行。女的多少合适啊？我也这不好拿捏。咱们男的那二百。咱们男的二百，他俩一人五十，行吗？他们，行 ，OK， 这行吗？行吗？好不好？啊，行，行，妈耶，欢迎凡生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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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叫到你，我害怕，我发啥言？来吧，兄弟们，一起传一波，兄弟们，咱们清明虎粮家里有那个的，然后咱们还要传送，咱们三个浩哥。咱们一起上上票，感谢哥哥们虎粮，有虎粮就能清一箱，咱们有小礼物的，咱喝一天了，开心一天了，到晚上了，咱能支持咱支持一下，好吧？来，兄弟们，咱们有虎粮，能续费的续续费，好吧？能私定私定就没啥。所以兄弟们要抬一手了，对吧？特旺出，感谢我青木秋啊！什么续费十个？我相信佑兄会运气好点力吧，感谢佑兄的能量吃，棒棒棒棒棒，谢谢兄弟们的虎粮啊！感谢感谢，这哥哥们能抬一个手里头，我最近是不是连水瓶都给我了呀？说话了吧？感谢我青木球王，今天很黑，哥哥，我感觉我好像最近连血瓶都没有。来，兄弟们，咱们现在差的不多，能上的感谢我铁蛋哥。对，真的，谢谢，欢迎单眼皮，我们能做一个吗？欢迎别人老公，主要我们家没有人，过不去我蹲。感谢哥哥们的伙伴，大家能清清，能搞一搞，哥哥们搞一搞。来整两本，我们的规则就是小赖干啥子呢？感谢小赖，三三，感谢小赖，十分钟输了，谢谢小赖，可以，小赖的十五个胡亮。然后刚才我做六十个，我们还差八本美货低保，然后这个结束了，粉丝的粉丝团。好，时间过去四分钟，两边放的最狠的话，打的最早的 PK 条，漂亮。个十分钟之后，咱们谁输给他们领？幸运哥，个十百千万。哥哥们能排的，咱们能上的，咱们走一波。还行，你要觉得现在赢着呢，你们都开始松懈，知道吗？不要学现在赢着松懈。我们差的不多，拉开一点距离。50个呀，50个。主要我不想站起来，你知道吗？我穿了个睡裤。哇，然后该上上一场了，那个、感谢大家的虎粮啊，谢谢石头哥。我今天下午睡觉，感谢噗噗哥的魔法说，谢谢我噗哥，我也想感谢我的魔法说，来一本吧，谢谢大哥，感谢大哥，救救我啊，救救我啊！还有五分钟，兄弟们，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那啥了。五分钟摘，感谢随风摘。咱们这个哥哥们能不能抬一手？能不能抬一手？我根本就不想站起来，你知道吗？欢迎男孩哥哥，不想站起来，我不想站，太丑了。我们都三百个俯卧撑，三百个深蹲了。我们现在，我们上一时间快落吧，我怕给我拧吐了，我哥着急了，还有两十，对呀、啊，瀑布哥着急了。还有四分多钟。谢谢邋遢男孩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哥哥，感谢哥。能量石也开了，我再也不能拿了，你先看一波。我操！感谢我松宝的两本书。我的妈！牛啊！我的天！救命啊！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我们这妥妥还有四分钟。老王，哥哥们能不能再来一把？太给力了！欢迎我真心守护他，欢迎感谢大家的虎粮啊！咱们不能一直虎粮啊，亲人们的，这老李得死多惨！欢迎转角遇到抢劫的，还有四分钟，高明啊，欢迎李李哥，欢
还有不良也是阿雅哥哥们，有追梦的吗？有一个算一个，有玩能量石的哥哥们，咱们抬一手吧。扑哥还在你啊？咱俩第一回，不追，咱俩第一回不能留下如此之印象吗？我的弟，你别着急呢，这刚多长时间呢？谢谢虎牙哥的魔法，刚到啥时候？谢谢虎牙哥，咱们家兄弟们，咱们谢谢虎牙哥的魔法书，有没有哪大哥能来个熟的，咱带个头啥的？啊！谢谢谢谢，我的天，我们家终于众筹一份力了，终于出了一份力，在那。谢我小婆亮，刚才我都不敢说话。哎，谢谢虎牙哥，谢虎牙哥，老李，还有十三分钟。还有三分钟起来擦玻璃，要被打成一厘米了。这两位妹子，你们有什么想法？谢谢谢谢，不管是崩溃，谢谢魏两个，真想喝，我都想打电话摇大哥了。大哥是不是谢谢屌哥的火锅？我超级喜欢那个，谢谢屌哥的火锅。哎呀，咱们这边都冒样了。阿姨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感谢我梦幻七哥，哥哥们能抬咱们一起来一手吧？还有这么能量是开遍天了，没有那大哥试一手是吧？感谢我周磊哥的三个月。什么？续费！感谢哥，感谢哥，感谢哥！谢哥，谢哥，谢哥的三个月续费。兄弟们，我们家还有虎粮，还有虎粮的话，咱们再把虎粮给清一清。能抬哥们抬一手啊！我已经开始穿好裤子了。欢迎点点哥，欢迎点点哥，哥们能续费咱续。上来就能适当运动一下。靠大家每人一人一分，谢谢我石头哥的。太多了，我们出点力吧，我们出点力吧。石头哥也不行啊！欢迎我哥。给咱们上一个，欢迎哥，欢迎哥，感谢石头哥的能量石。欢迎郑少爷，麦克帮我感动。谢谢我石头哥的能量石，感谢我哥的星云斩击。来，现在我们落后了，还有一分钟啊！谢我哥，谢我哥，谢我哥！不想站起来擦玻璃，我真的一点都不想站起来擦玻璃。欢迎香云，跟着一起走。欢迎风谢哥，谢哥，谢哥，李哥好幸福！感谢哥的幸运战绩。欢迎，来兄弟，我们暂时落后，能上的上，上的没上。好幸运啊！欢迎荷花哥。但是我知道我们家没有条件，所以说我就闭嘴了。还有一分钟，我们要受惩罚了。祈祷上天，你们要搏一搏吗？天赐神豪，帮咱们一把。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受惩罚了，家人们。欢迎小女哥，欢迎小女哥。完蛋了，完蛋了，我慌了，我真的慌了。天降神豪，刚才怎么说的？刚才怎么说的？天降神豪，家人们。阿佛，赶紧想你。等会儿啊，我看看我有没有面子。你刚才怎么说？橘子拉一下公屏。于小哥说的有道理。你刚才怎么说的？说什么？要挨罚了啊！饮料，要挨罚了，烫毛了，要挨罚了，爹！哎，要挨罚了，没面子，不好意思。感谢虎牙一号，虎牙一号，牛啊，牛啊！哎，你接着说，怎么着？兄弟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来着？马上惩罚了，哥哥们，咱们一抬手，一人小小的续费，救命啊！一人一本小小续费，还有40秒钟了。我们还能放个歌吧，放个歌吧。欢迎迎接美好的一天。我们跟对面差了三百块钱，300多块钱，差300块钱，兄弟们，谢谢我石头哥的能量石，感谢石头哥。来吧，放歌吧，谁放个歌啊？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哎呀，没睡着的咱能不能上一上？我们不用站起来了，咱不用站起来了。好，放不用站起来了。等我一下，你们先擦着我那个啥一下。快，对面站起来，抓紧擦！什么情况？
还没有穿，我都怕阿佛卡卡我脸上。欢迎远方哥啊！因为我只要不跳舞，就不换衣服，不然可冷。感谢哥，感谢哥，感谢哥，感谢哥的超时空战舰。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哎，我是一个小虎牙哥。谢哥，谢哥，谢哥，谢哥。太美了，我太美了，一点都擦不上。我觉得他们俩那舞这男的打得好。好白呀！啊，我擦的腿，我为啥今天穿的？你想看他衣服在哪儿买的？放这里好不好？各不挡各的。欢迎魔法树哥。你们不会擦十分钟吧？不是我说的，是那个谁？对面起！那个、那叫啥来着？谢谢老爷的高白大佬。都说他的衣服，你还想看他的衣服在哪儿买的？感谢老爷，还有你八哥，感谢老爷。你要穿吗？男孩子穿女装不太好吧？穿上天哥，不行，我还没穿上，他们的速度太快了。老铁，你这个不如我刚才啊。就差两三百，差两三百，咱们上。咱们出点力吧，上一上，出点力，欢迎年轻点力，出点力，加油！来，欢迎年轻哥，欢迎。哥哥们的能谈能谈一本，别总看他们累了，亲人们呐、啊，行不行？咱们两位一人几个人，你差多少？我没差多少，兄弟们，主要是。老李擦玻璃，兄弟们，这真好看。还不是，我感觉你哥擦玻璃好那啥呀？哎。老弟，人家擦玻璃是性感，你是真擦。让我们一起擦玻璃。我们擦三百，我们超一层吧。欢迎陈，欢迎风尘哥，欢迎风尘哥，好好看，谢谢琪琪。真的假的？让我们一起。哎呀，别人擦玻璃是挺好看的。对，我是欢迎强生哥。咱们能虚点，虚点，差的不多跟地面啊。想不想哥哥们抬一手啊？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感谢大叔亮大佬。咱们不能每次 PK 都是虎娘啊，对不对啊？你都抬的时候得抬一波了，行吗？谢谢大叔的虎娘。输了，你不要输了，兄弟们。我们冲一冲吧。输了还深蹲两百个呢，我的天哪！啊，输了李哥要深蹲。那个最后20秒不算啊，老李啊。哎，你放心，偷俩事咱也不干。哎，漂亮，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宝，不愧咱俩现实见过面的八九炎黄过啊。对，我想变大哥了。欢迎九，哥哥们呐，咱们能量石开始的，玩点能量石啥的，抬一手差的不多呀。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我还要把裤子穿反了。
头发。集美门，现在和我一起，我好像有那个叫那个在小程序搜索。小程序里边互动礼物。还有三分钟，换了，因为咱们应该不止三十五了。充电宝，谢谢我雅丽跟冷蓝石，你们应该看一下。来了。还有三分钟，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用？我打开了，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用？还千毛工，欢迎大哥的。我上到卫生间不犯毛病吗，老李啊？没事，你回来之后就追上我。嘿嘿，我等着你啊。小九山哥，居然是真的，咱们凑点的没毛病，凑点的凑点的，差的不多，差的真不多。我也亲人们呢。那上点，等一下不要跳舞了。哇，能出能量跳舞，能送。橘子家大哥他很。快快快，闹闹还有两分钟。可以，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团一波吧，哥哥们！感谢老头子的不言一号，谢谢宝宝。我们家竟然也有不言一号，老哥哥你太好了吧？你什么时候来的？你这啥时候来的呀？还有两分多钟。咱一起抬一波了，还有两分钟了，亲人们呢？这个是最大七百个人工分费了，咱能出点出点出出点力出点力吗？难为你做两百，来的超值，因为男那个老头哥现在是白号，领主到七了说的，轻点儿，谢谢你呢，老哥。怎么回事？还越来越多了呢？先给这药妹。他俩怎么没啊？先给药啊啊啊！来，欢迎欢迎欢迎！等一上啦，家人们，还有一分多钟呢，没有玩的，我就快要崩溃了。二百个呀！主要这几天我真的推不活了。这是最后这是擦着急了，是不是、啊、最后两块玻璃了，是吧？速点速点，欢迎君爸，欢迎君爸，哥们呐，你们就我关了。对啊，要开吗？我给你开了吧，我刚不知道，我就试一下，我开一下，我刚试一下就喝多了，欢迎他吧！既然你抽的是五粮液包吗？行了，别擦了，回来吧，拉会儿票吧，都累够呛了给。三十多秒是咋的？三十秒啊！三十秒，这怎么没有奇迹？抽的什么破烂呢？都是。老爷别抽了，行吗？那点散碎银奖不如给我了，感谢亏那点。太亏了，太亏了！让我们一起擦玻璃。哎哎，抽中了。血亏血亏，太狠了！血亏，家人们，两百个深蹲，天哪，太好太好了！别擦了，行了。好啊，这个我们的惩罚是这个老李二百个深蹲，两位小姐姐两现场、啊、哎。两个小姐来讲的话，一人是这个五十个深蹲，但是呢，老底首先有一点啊，你们有一点啊，也擦半天了，完了看那个咱们那个是不是你提两句没事儿？上个三三刚拿完。提啥？没事是吧？不想提是吧？不想提没事啊啊。我就哦，是这样啊，我知道你，嗯，是这样啊，兄弟是这样，我跟老李呢认识很多年了，包括上一个平台我们就认识，而且现实我们见过面啊，人特别不错，而且来到虎牙播的特别好，能这个找到咱们打三三属于说太爱了，对不对？但是呢，惩罚就是惩罚，没有规矩不成长那个方圆，是这样的情况。老李呢是说要做二百个，两位小姐五十个，对吧？这样老李你看行不行，我陪你做一百个，咱俩一人做一百个，他俩做五十个。不用不用，输就输了。没有没有，你给我自己长长记性。
我那我做五十个行不行？你长长记性，我陪你做五十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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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不用。你做了之后，大哥不给腰费的了，你就不用。我哎，没，本来也没有，本来也没有这事儿。哦，那我陪你做一百个，你愿意不？哎，不用，输了就是输了啊。放个音乐啥的吧，我来吧。我给你放个音乐啊。辛苦两位美女。不对，我陪你做一百个，我有个无形那个不请之请呢，还我为什么做一百？我他妈才想起来，不影响这个，不影响这个，我就该做。那行，那你做吧。我操，太狠了，200个，明天腿都废了。我之前我记得我做了100个，然后去的那个去医院去扎针去了。有那个来自娱乐圈的哥们告诉我说，老李一天能做2500个深蹲，还是他妈体力好，兄弟们。Thank you. 欢迎大哥走进直播间，欢迎，欢迎洗澡的那个。五十。我帮你做50吧，都哥们儿。没事，我帮你做50，我好久没动了。没事，下回输了之后肯定让你做。算了吧，算了吧，太多了。我帮你做，这样是这样。那个老李，你看我说实话，那个橘子说了，说算了，但是呢，没过一不成方圆。完了以后呢，咱们也是这个说白得对起 PK 条，对吧？老李那边有那么多人，你这样，谁也别拦了，我给你做50得了，好不好？咱也做完，对得起这个 PK 条得了，好不好？老李，肯定得做完，肯定的。哎，我给你做，来的，咱一起做就完了。我很快的做完，来吧。不用，快点吧。没喝多，但是应该也喝酒了吧？应该。对呀，烟抽完了。哈哈，那有点酸。50个很快的。火气插到后腰上，但西威是个小懒猫。你哥哥生没有晕，没有晕，我只是睡了一会儿。我给你做完50个了啊！耶，感谢亲人，感谢。欢迎歪哥。还有50个，我操！我帮你做25，李哥，我帮你做20，你做30，好不？别了，我自个儿来吧，我没事的。你别没事，你做30，我做20，好不？不用，我这一会儿就做完了。下回定少点儿，下回300个。你是头寸硬啊！肯定疼啊！我说这50个都不行了，他是比你的标准多了，兄弟们，我暂且那都属于说关系不错了，别说给做50个了。晚安，宝宝啊！李哥腿都疼了，算了吧，这太多了，天哪！他
样弱小无罪歌。哎呦我操，这五十个给我做的。OK OK OK。哎我操，还真是出汗了。你的头是真硬啊，真的是，不是一人300个，我操嘞，废了。出汗了。哎呦我这头都麻了。说实话呀，直接弯不了了，你知道吗？下楼梯。没有点这种惩罚，大哥们给你上的这个也觉得没有意思，玩儿呗，就是、啊、是不是？对对对，对吧？是是是，是这个道理。完了，老底下刚才那有个附加条件，你记得吧？啊、行。因为橘子是我一个挺好的妹妹，咱俩也是挺久的朋友了。别这么漂亮的美女，我当然是想，对吧？有机会说这个，你不说我都点着加呀。嗯、啊。对，完了那歌的时候，完了给连连麦，点点订阅什么的，好不好？完了那个，这样没问题。潘家大哥应该也是那个不什么，一会儿你拉个群，完我再群里发一下，好不好啊？因为他大哥也是不怎么明白这个平台，完了那个，完了我给你们发一下，你看行不行？但别白做了，你看行吗？因为我不知道老爷方不方便啊，给这个医药费，如果不方便不会那什么，我再群里发一下，好吧？啊，哇，这个哥哥真好。格局，欢迎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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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哎，这是那老爷是吧？对对对，欢迎老爷，欢迎老爷。我你 PK 条卡、哦、结束了，卡啥卡？欢迎老爷，结束了已经。哎、欢迎小熊猫，欢迎大哥。感谢不知道哥哥虎粮。哎呀 ，PK 条卡。哇，感谢老爷，奶奶，谢谢大哥，大哥大气，欢迎。哎呦我的天哪，感谢老爷，大气，谢老爷，谢老爷，谢老爷的医药费，欢迎叶子秋，欢迎蚂蚁，感谢老爷，哇，谢谢老爷的医药费，大气。行，那吃都吃着了，完了以后也没给我展示那个，我没法给你们拉群了啊、哦，我可不拉群了这个事儿啊、哦。不是我咋给那谁点个订阅呀、啊？我咋给那个有没有？你去他直播间给他点个订阅呗。做了200多的那个呢，深蹲呢，有输赢平可以惩罚的。我看看，点个订阅，点个订阅，到时候一起玩。欢迎朱环老爷，越高越硬。OK， 行，然后回来咱到时候一起玩啊，一起连连麦啥的、啊，这期对吧？完了，谢谢橘子刚来，谢，哎，谢谢橘子家大哥了啊，感谢。嗯，谢谢你们的连麦，谢谢。嗯，有机会一起玩，反正我主要白天档节目。晚上就是做点连连麦，白天也可以，咱也可以一起玩。对，白天他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去连一连他啊，举的啊。好，我白天的人是挺多的，嗯。今天贵宾，到时候咱一起玩。我看，嗯，我觉得咱们就缓缓离开吗？好不好啊？好，行，好嘞，谢谢大家，拜拜。我操！感谢影子中的导演，荣升见识，感谢。四千零头什么意思啊？四千零头是什么意思？我没懂，家人们。Hello 啊，福哥，包括跟老爷也说一声见谅，没办法，人家做了我得提一嘴。我寻思我给你发微信，我寻思我发了啊，跟老爷说一声。四元子啊、哦，你去吧，七姐，你用我的那个卡，你报我的身份证号就好了。不是，你报我的手机号，报我身份证号，报我手机号就可以去做指甲了。不是，感谢影子中的导演给我开通见识，还送一本魔法书啊，给我有点懵逼，我一脸懵逼。感谢，谢谢兄弟啊，谢谢。完、哎，我说你没接话呀、啊，我说你这个跟你说一声，跟老爷说一声，刚才没办法，我得提一嘴啊。
橘子还是没勒我呀？啊，啥意思啊？什么？我是不是不该说的？啥意思啊？没有，我说刚才我说医药费那个事儿，我先给你发的微信，我寻思我拉个群，我就把红包发了。哦、完了那个时候人家做惩罚，我没法不提一嘴，跟老爷也说一声，因为这边就这样。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啊。那老爷肯定也会去给一下的。嗯，因为我寻思怎么可能让你给医药费呢，佛哥？怎么可能让你给医药费？哎，都自个儿家人。那个他没事，你下午联系一下，他在这个晚上那个下午户外的时候有1000多个闺蜜席，也算是这个打野里边算是排名比较前茅的。他们家好厉害，上的太牛了，户外主播。兄弟们，我还得来一把人情世故，我寻思人挺大牌面，我给他做点吧，操他妈给我累够呛。我给你介绍的，你得去啊！不想做，不想让你们做的，但是，你们都做了，我就有点不好意思。那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个输赢正常的，完了那个老爷那么那个举起去了，那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就说呗，都说出来了，兄弟得说一嘴，因为橘子也不大熟，老爷也不大熟，你说不提吧，又不大好，你们懂的意思吗？就是很不好。嗯，你是又快12点了吧？没有啊，哦，对，我快12点了，但是我今天没有约12点。哦哦哦，我寻思我要推荐位的呢，我就没有啊，我今天没有约12点。哎呦，可能累死我了。因为我刚刚看我们森森打了很多，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打12点了。哦哦，谢谢老爷啊，刚才我咳嗽一声，你明白啥意思了？不咳嗽，老爷也明白，你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了。不是，那不是为了点节目效果吗？默契，对，老爷说这是默契。那个，我得跟你说点事儿。你啊，我给你介绍的，我跟你说的，你得没事你去点，知道吧？这下午档那都是1000多闺蜜席的人。嗯，那我一般几点钟连呢？他一般几点钟啊？几点钟在？你连之前你告诉我，我带着你去，我开号去。行行好。OK。他过年也直播吗？他什么时候都播，我俩现实见过面。哦。我陪他一起打过野，陪他一起摸过鱼。哦。谢唯爱哥的互联。别看播的不怎么样，兄弟，人缘还行。朋朋友友都给3分薄面，是的，是的，那必须的呀。佛哥以前也是现象级大主播。Hello， 妍妍。Hello，Hello， 橘子。你家村宝刚才给我刷200块钱，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妈呀，不好意思，早知道不告诉你好了。那要是藏着吃的话，那未来可能就没有了哈。未来就没有，那我得，哎，那我也得就是上报了。今天吃了一个钞票枪，那我也得上报。你无所谓，他不行，他不行。什么叫他妈无所谓，我不行，逼样。那你橘子刷，起码人家长得好看，你哪长得好看？我好啊。人品不行，长得一般的。我人品还不行。你人品哪行？我人品还不行。橘子，你告诉他我人品到底是怎么不行的？方方面面都不太行吧。哎呦我操，输了赢了呀。我现在真的赢了呗，必须得是赢了。行，赢了，有老爷没意外。老爷没在，我散票打5000多。那你纯属放狗屁。嗯，天，你就这话说给我保了个二听，我保了个二的都不信。真的，你不信我散票打5000多吗？我带着他们躺的，我成狠了。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怎么形容阿佛的人品，就是有一天他散票打5000多，大概也许或许他就不认识我了。有钱他能跟我玩？哎呀，哎呦，咱也不知道谁刚跟我刚认识时候榜一300块钱都没有，咱也不知道。
我们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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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们不提将来。那个橘子，现在橘子有推荐位吗？我没有推荐位。啊？你有吧？是你的推荐位吧？你吧啊，意思哼我早啊，哼我早啊，明白 ？OK OK。不是，刚才有一个我打完一把 PK， 有人给我开通个剑士，刷了100块钱，我一点懵逼啊！现在喂狗呢，刷俩就当喂狗，喂狗。彪子，你这是站起来了。我这标题多好啊，给你多好，刷点不就当喂狗了，都喂呢。那个橘子说那啥了，说让你挽留一下。橘子说这个虎牙这边不好玩，不准备直播了。我寻思让你劝劝他。哪儿不好玩啊？我没说这话，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可有意思了。有钱贼好玩。对呀、啊，有钱贼好玩。有钱贼好玩。就是，对呀、啊，人家出去打三三，人家能吃个楼，某些人吃个剑士还莫名其妙的。不到哪儿捡的，打个糊涂。你俩呀，以后啊，就各自去各自的圈子吧。我觉得你们这个直播状态，我也帮你们找着了，最苦的难关我也帮你们度过了。我觉得不怎么需要我了，好不好？就是说实话，咱说了，对不对？哎，你们俩就是哎，对吧，兄弟们，啥也别说了，吃个橘子解解气吧，不是解解馋吧？不是，其实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圈子只是在等你撤出去而已吗？没有发现我们？没发现你才是那个最多余的人吗，佛哥？我们不是出去找圈子，是我们这个圈子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把你踢出去。老爷，能把188还我吗？老爷，他妈轰我了！在说话，我操！刚才我想拉着，这是个什么？这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啊。我操！还挺可爱。对啊，橘子家的。橘家还有人呢，说老爷不是。啥意思啊？老爷说外卖都点完了，等我上个厕所给你寄回去。老爷。还是留着你吧，备用。他妈气人，这大哥！老爷正好昨天吃的是金针菇，也没事儿，还能再用。我操，有画面了，有画面了 ！MC 无限循环，为你站在前方，是吧，老爷 ？MC 无限循环。我操，真敢说，兄弟们，大哥，对不对？就得说，不说大哥能看直播跟咱们有距离，那不是纯开的吗？粉丝牌，三次之内都管用。为什么人家是大哥，人家能刷礼物，我是当直播？老爷说过了三次，知道吧？因为他尝试过。老爷说过了三次就会变苦了，就不能了。兄弟们，有一句话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老爷能有今天那都是以前吃苦，吃得苦中苦，伤为人上人的。老爷能有那就这么的啊，真苦。欢迎喵七。老爷能有今天那都是以前吃的苦啊。你们真敢跟大哥说，我作为脱口秀主播都不敢逼死的。就是放肆啊。这就是，哎呀，兄弟们，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都是以跳舞这个起家的，一个现在今天开播就没站起来过，除了刚才擦了短短的两下玻璃，现在有另一个都穿上羽绒，那个恨不得穿上羽绒服了，你就想吧，这俩人，兄弟们，舞蹈主播穿的越多，那说明吃的越饱，知道吗？那确实，这确实，马上就脱。哎，别，都哥们儿，都哥们儿啊！他妈饿死了，饿，永远都饿。四级差四级差2万，不多。还四级，我他妈一级过12点能说，我一级都没过。你也过不去。我是过不去。现在怎么播这么晚？我明天兄弟们，我也准备出去狠狠的画软。有个活爹，天天晚上喊呢，真是要命。我这么跟你们讲，就你们这个群不说别的，我是不是对你们整个你们的工会和你们的运营队，我都是说实话来讲，那都感恩戴德。我是不是拉高你们直播的频率？那必须的。
对不对？兄弟们，该说不说的。你知道我昨天我都烦死了，我都管他叫佛爹了，真的，我过不去宝藏找他的时候，我都没管他叫佛爹，我都跟他说佛爹，求你了，放过我一天，我休息一天，我明天播行吗？这个逼还给我上纲上线儿，你给个杆儿他就爬跟我来去，就一天哦。要不然我今天上播，我看不见的人，我能在群里那么骂他。兄弟们，我跟你讲，橘子今天没直播，想不直播的心理建设是这样的。说其实到家也挺晚了，其实也不想播了，但是看群里边这帮逼一顿吆五喝六的，又答应又想到昨天说直播，不直播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不？没有，我是看你们说坐在电脑面前，我是看没有，我本来不想播，我说看你们说只改个标题能吃，我说这能好吃，那不带上我赶紧火速上播改了标题了。啊，都改完，咱五个改完都没吃吗？这不也算是平等吗？都没吃上吗？都没吃上吗？哎呦，宝宝，好宝宝，阿婆欺负我！你不在，他往死骂我，往死整我。等我啥时候开公司了，别让阿婆当运营。哥，说实话，你现在真的，我哥狗狗都不敢，我火速上你那当运营去。就我这个逼样，说实话，我得饿死。你不在，阿婆往死骂我呀，把我当儿子似的骂我。不存在不好意思，就是太难了，太难了。橘子是不是他刚才往死骂我？对呀、啊，骂的可过分了，真的，就是听不下去了，真的，属于就是真的是听不下去了，骂的有点没，让我都感觉就是真的太过分了，都骂的都没尊严了，都真的，真的。橘子，我好像三天都没找你化缘了，你不能这样啊。他刚刚我可没说，昨天不在的时候，老爷不在的时候，他也骂我。是吧？他这个人就用人超前，不用人超后。我说好吧，哎呀，他是不是飘了？我也不知道啊，就这么对我，都听见了啊！老爷听见了，老爷。欢迎唐伯虎到夜湖，这什么鬼名？这是唐伯虎他是不是飘的呀？我成狂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主播了，现在老子不吃这碗饭，我要当运营去了，怎么狂一下不行吗？他说了，宝宝，他说他以后不吃了，他说他以后不吃了，就但凡现在多帮、那个、你先等我再说，公爵等我说那个啥，老爷傻眼，最近有这个想法吗？就是开这个什么，开这个公司有这个想法吗？你先告诉我一下，老爷，你不是现在就在你大哥的那个公司里吗？啊，佛哥，老爷想问一下，虎牙的天猫店怎么炸了？不能下单充值？不能下单？你连充值都不会啊？对呀、啊，老爷都是用 iPhone 直充的。哇哦！哇哦，好有钱哦！哎呦，来，我教你来。那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就用上我们尊贵的平谷十一的用户，告诉你怎么这个充值啊，老爷啊，老爷。完了。老爷，首先你要打开微信啊。我也没办法，他都不吃我，没有哥，开玩笑。刚才老爷是怎么开玩笑哥？我没骂他，你问他我骂他吗？我没骂他。那个哥，你在这个手机打开微信的时候，有个虎牙支付中心，你关注一下。宝宝，我刚才挨打了，我刚才带着豆奶跟米米出去打了一把33，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嗷嗷抽能量石就抽了5000多，但是我没敢刷。哎呦，橘子能站起来是有理由的呀，兄弟们。哎他妈，真周到。那充值方面肯定要周到，那我不给别的不就完了吗？你没有钱吗？我有钱，但我没舍得打，我怕我后面两天的低保过不去，我就没舍得花，我就点了个1000多，然后苟了一口医药费，苟了8块钱。怎么卡在这步了呢？主要我怕他，我即使上了他也点。老爷会了吗？老爷6000压4000，他也应该也点。估计还在这刷呢，我挂在这个小姐直播间，这还哐哐哐哐哐，真猛啊！
大家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是啊，不想花那么多，又不是什么那啥的打架。晚上花太多，怎么说呢？不想花的太多，就是能绑定不了账号啊。反正今天低保也过了，我就想说能省就省一点。那个我橘子实在不行的话，橘子你试试能不能关注呢？你把那个号，我试一下，就给我充满，就嘎巴就14，我就出去花。你是问我这句为啥的时候，我给你讲一下苹果直充是怎么亏的。橘子，就是基本上是100块钱，它能刷出来的70块钱吗？50换35，170，业务不熟。170块钱。我绑定成功了呀，但是没有充值的选项。你看，但是没有充值的选项。怎么可能？完了，你点那个个人中心。我截图给你看，真的没有充值的选项。给我截图我看。我真没骗你。是不是我们这种大客户直走？你点虎牙币呀、啊！哦，点虎牙币就行了是吧？我的天哪！哦，点虎牙币可以充，可以充啊！老爷可以充啊！可以的。我操！老爷说他要充大额的。微信扫码不支持这么多。老要充大额的，可你走大额，多大额？你这样300块钱之内，我给你充上。老爷，你先让他充300。感谢一号的灯笼。他那个哪儿都疼，真的，你让他疼一下子。你先让他充300。他要充大额。一会儿会有咚咚的君王续费吗？会有咚咚的那种吗？支付宝哥你有吗呀哥？支付宝和这个支付宝应该能充大额的。等会儿啊，再说你们工会没有运营吗？这个叫橘子的。我们工会的运营比较少出现的。哦，老爷说知道咋整了。那哇。哇，马上要！我看我老爷充多少钱大额，是不是充了500块钱？哎呀，500块钱那属于巨资了。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一会儿没有推荐吧？没有推荐，我一会儿下播直接。那我们就等。哎，不是，我一会儿直接退网。爸爸，你在干什么啊？那大额充上你退网，那是不是我有可能？对，我们工会运营失踪人口，他们都不追着我直播的。我感觉佛哥像我的运营，你知道吗？但是我挺烦人，是不是？说话是讲有的时候不烦人啊，我就是希望你们好起来，知道吧？尤其是这种性格好的宝宝。你又欢迎春夏秋冬。橘子是不是要有百万榜、哎、大百元榜吧？是不是那个字打错了？百元榜是不是？是不是打错了？百元榜还是可以的。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有50个百元榜。Fuck you. 米米呢？差点以为他要打12点呢。米米，我拉他。米米下播的吧？哦。东奶呢？我本来准备打12点的，但是刚刚那把打挺多了，我想说算了，12点就不打了。好，我们的家人啊，米米来了。Hello。那你咱就能说咱不，咱就是说来讲情况下，以后我们也约12点不行吗？可以啊，咱们一起约12点。我们也打百元 PK 条不行吗？那对呀、啊，我们怎么不能打突突呢？百元突突总可以打吧？橘子说不要的，明天我就天天有推荐，我他妈再也不跟你玩了。百元 PK 你也说得出口？
对了，突然想起想起什么了，对，开了个试呗，就有亚纳夫。我现在不操心别的，我现在就想看咚咚咚。嗯，米姐是不是被你洗脑了？我兄弟们，我能给谁？他们仨说实话，一个比一个精。啊？老爷问潇潇呢？潇潇没来呀、啊，哥。今天阿佛直播，今天阿佛直播过少点。睡觉吗？我想见证一下咚咚咚，就是那种续费啊，或者是这荣升啥玩意儿那种。哎，对了，今天橘子没打十二点吗？橘子说啥了？说就为跟咱们哥们几个玩的不错，以后吃都不吃了。对呀、啊，十二点以后是再也不打了。咱们一上播就直接咱们锁死。哦，那没有推荐吧？没有推荐。没有老爷是歪歪歪。潇潇是谁？黑潇。真的假的？哎，不是主播在不是哎，米米，你这个波浪盖的位置、嗯，我刚刚一下子给我看走眼了，我说米米现在是不是被佛哥一洗脑，现在这么性感的风格了？我刚一看，我说佛哥刚跟米米说什么？米米这穿的啥、啊？我一看，哦，原来是波浪。我跟你讲、哎，我的天，我以为他跟你说。我从来都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波浪盖可能比胸大。我刚一看，我乍一看，因为这是小图嘛，我乍一看，我说我天哪，我说好大，我说我一看，我刚刚偷偷拉开一看，我说哦，波浪盖，这是波浪盖，我大姐别看我的波浪盖，我是说米米这样子是不是要哎哎哎，对对对，哎，这肯定要白金主播了呀，这不上白金这不行啊，这会被把我给逼了，这会把我给逼了，等会我明白了。那天是黑潇给橘子刷了300块钱，让那个橘子给我洗脑，让我不会都一点，是这意思吧？对。别养的，说实话，那小子连虎粮最近都没咋给我刷，还有这钱呢？我跳你妈！感谢人才啊！感谢人才。感觉自个儿丢的好多呀，兄弟们，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的。去吧去吧，人才。老爷现在是不是在100块钱100块钱充，1块钱1块钱充值、啊？不是，老爷要干啥呀？我不知道。那个山哥，我整的挺激动。我也很激动。我感觉我不，我感觉我能猜测，但是我又不敢说出来，因为万一我猜错不对，我老爷觉着我那什么他呢？老爷该不会要？该不会要？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该难道是？该不？我的天！哎呀！啊、难道是要玩个小号？我刚刚也正准备说，老爷绝对是要玩一个见识小号，对不对？感谢人才戏飞见识成一。有这么，我兄弟，我感觉是因为老爷刚才也唠来着，知道吧？但是我不敢念，因为你如果是，那属于说咱们提前剧透了；如果不是，那不有点下大哥嫌疑吗？咱不能干那事儿啊！听话你们啊，你们也别带节奏啊！欢迎空白哥，欢迎陈内尔，悄悄的。你们也别啊，听话啊！嗯，人情送凤凰这一块，你们别老瞎整啊。咱就是说，那我还挺期待，好久没有这种期待感了啊！把我刚才买了个榴莲，哎，橘子，你控，但是它是橘子的、啊。现在有两种方式，如果按咱们的预想来走的情况下，知道吧？嗯。按咱们预想的情况下，就是。以后会有很多人锁你，还我们还能锁上吗？不不不，一上播佛哥先把我锁死。就是一个饶舌女皇的大动作，哇！
家人们，哇，荣升帝皇，太帅了！这是我太牛了！我操！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图图挂出来呀、啊！快帮我组个群啊，猴哥！图呢？图呢？没有，我有我的要干，我有我的事要干啊！不好意思。快放首歌，快放首歌，快点！快放首歌，歌歌歌歌歌！不是，我有点麻了，我有点麻了。太帅了，太帅了！老爷开了一个，老爷开了一个，大人。恭喜老爷荣升帝皇，感觉曲不太对，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放什么。哇，谢谢佛哥的银河之光，哇哇，谢谢佛哥啊、哦哦、原来偷偷摸摸整这个啊，咋的了？啊，原来偷偷摸摸整这个。连麦呢？哦，原来我们在呀、啊！啊、哦，原来佛哥没看到。哦，连麦呢？谢谢，哇，谢谢，谢谢大葱哥的银河之光，感谢大葱哥，谢谢大葱哥。啊，几个人连？牛啊牛啊！我几个人连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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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拽你啊！嗯感谢老爷，谢谢老爷开通，感谢老爷，谢谢我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我现在我不会吧？我此生懂了懂了。欢迎风宝，欢迎小牛奶，他闻到味儿了，太帅了，太帅了！哇，谢谢。牛啊牛啊牛啊！我的天哪！我现在有点不说了啊，我有点懵逼了。我也懵逼了。我人生第一回看，我懵逼了，我真的懵逼了。太帅了，太帅了，有点帅了。谢谢宝的虎莲，宝贝确实有点狠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我们。我们把豆奶拉进来吧，把豆奶也拉进来吧。刚刚我跟他约好了，要一起的。感谢老爷，哇，谢谢老爷，太帅了！你的冰雪奇缘，我第一次刷这个呀，好酷哦！谢谢谢谢主播就别刷了，主播就别刷了。天哪，天哪！开地方了，全是家的。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是不是还在梦里？我是不是还没醒啊，家人们？我是不是没醒啊？好，醒不过童景琛。我是不是还没醒啊？恭喜我们橘子！谢谢老爷！我终于有谢谢老爷！老爷牛逼！牛逼牛逼！哇哦！只是加了老对对，老爷说主播之间就别刷了，主播之间就别刷了。是的，主播之间就别刷了，对，主播就别刷了啊，因为这个认识熟，我们就赶上那个事儿，给改个标题，随个底啊，就是这个什么啊，咱们就是那个就别刷了，好不好？半夜给侄子点外卖就够了，他也他也玩的不明白啊。我行哥，喜欢吃什么？我给你整个什么呀？我想想，我们分工一下好吧？吃一顿饱的。维娜娜的脱毛膏，我们这边快过年了，感谢西风哥的虎粮。哦，也下回这我是情况，给我个眼神行不？嗯，要不给我整的有点手足无措，你别啊。感谢西风哥的一首18802，感谢。那个、我想问一下某些人，那个图截上了吗？图？什么截图？什么图？怎么会有这种、个？你没截、啊？这种发言。老爷再开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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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截图。欢迎耀阳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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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哥188乘3，就是、啊、感谢你以后得离他远，我想不然打的好痛啊！大概橘子应该不会打我，可以 P 一个，可以回放回放，可以 P 一个啊 ，P 一个。橘子带我们去驰骋驰骋好吗？以后咱们就是直接就是靠住，就是那个嚣张的大动作，直接我就是、啊。狠狠嘲讽对面，我直接就开始嚣张，戴上墨镜。对，现在咱们要不你点个订阅吧，咱俩。咱们现在就是狠狠的说我们，嗯，为什么？我们还是锁死了。我怕你一会儿啊挺难啊，你可以开动自动解锁，锁死了，锁住了。嗯，哎，对啊，橘子，你没有开头榜吗？就像严姐那样，你看你他自己就挂上去那个动态啊。真的吗？我开我头榜、头榜我下载一个，我下载到电脑上。你下播弄，因为它还要设置。哦，对，哦，那你搞不明白的，你下播的时候找个运营，或者是说你跟我发个那个，行，发个那上市，让我这活让我来，好，嗯，做一个动态，他给你搞，要添加摄像头什么的，你自己很容易现在就把自己搞没了，你就别搞了，下播。哎，严姐，现在你给他弄一个那个，对，就是做一个橘子的老爷荣升帝皇，然后让橘子截个图，哦、截个图，对，做一个那个，现在就可以截个图。可以做一个。今天怎么播这么晚啊？严姐她可以做，她开着头榜了吗？现在、哦、好没有开耶。嗯，就可以先截一个那个动态的特效。哦，有了，我有了，我的运营有点用了，我的运营有了，啊、我做好了，我运营有了。他是不是截到了？他给我搞了个透明的，我可以挂在上面了。就是，嗯，我这是啊，等等，就这么大。可以吗？我给你来一个挂子吧，我他妈挂我脸上了，我也要挂，不是这个图是从哪来的？可以做做的，可以做做的，对，这个是超环是吗？不严谨，这是超环。对不起，再来一个。我现在挂一下。场上的所有人啊，就是我说句实话来讲，就是播到他下播，听见没？明白我的眼神不？嗯，挂脸上。不能，老爷说要打66，欺负你们。啊？你干什么？哎，为什么我这不是透明的？为什么我这不是透明的？可是说起你存的时候存成那个 PNG 格式就可以透明了。对，啊、你要从电脑上右存，而且九定、啊、不能从手机上那。其实这个帝皇开第一反应时间我没反应过来，但首先很感谢啊，说这个老爷开这个帝皇，而且能在我们几个连麦的时候，那说明不烦俺们，看得起俺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的。朱大哥，说实话，这个很挺抬俺们的，也比较认可我们，对吧？再说实话，恭喜老爷终成帝皇，啊，也是这个跟说来的，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啊！完了以后，我们几个也说声感谢。我说句实话，对不对？我的，嗯，把我们几个在一起开通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实话也不烦俺们，对不对？对我们印象也挺好的，才能让我们一起见证，对不对？拽，这个截图发出去直接就是很拽，就超酷。我第一波续费的都没开，主要别人不收，什么意思啊？嗯，改了呀，没讲。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转评我帮你温金明同款。嗯，帮我理解一下。我这智商是不该当主播。我第一次续费的都没开，主要别人不熟啊。就是刚才 PK 的那个。哦，就是刚才，就是大哥的意思。刚才想，其实今天、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老爷？今天打，今天就有这个想法。
是吧？今天有这个想法，完了以后，刚才其实 PK 的时候，他其实按道理应该都已经是荣升的，但是没，其实再唠两句，不打这把三三也是荣升的，别人也不熟，完了就没开，是不是？还那不还是抬爱我们吗？嗯，臭宝。臭宝，你这个、我都不知道老爷要开这个，因为之前我跟我老爷都说他就是随便玩玩，没想到随便玩了个帝王。随便玩了个帝王，他说我告诉你啊，橘子，我在这边就是随便玩玩的，随便玩。你这个就很魔性，随便玩，就很魔性，随便玩。哥，这要是随便玩的话，我可能是躺尸直播，我这都不算随便播不？我在虎牙学垃圾。老爷说那些帝王返10%还是香的。嗯，对，哥，帝王和这个还有这个那什么啊，和这个和剑士都是返10%的，但是呢，剑士太累，我估计你不能有那耐心法，好不好啊？你不能说专门雇人呱呱给你续费，是不是？哎呀，橘子来采访你一下吧。我就听说来讲的话，跟那个，因为那天聊天来讲，跟大哥应该也是认识的挺久，从上个平台还能说抛弃那个平台陪你来到，然后这边又给你开一个帝皇，怎么你得讲两句吧，对吧？我真的就是麦都拿下来了，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老爷。我觉得我的老爷是就是改变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吧，因为老爷就是。因为认识老爷的时候，刚认识老爷的时候，老爷在那边也是一个小白号，然后就是很投缘，包括后来聊天，然后发现老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是不仅说是在直播上面会支持我，然后呢，老爷也会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我自己人生中遇到了很多困扰，然后都会找老爷，老爷都会真的是很耐心、很认真的会帮助我，会教导我。我觉得。真的是我人生的贵人，就是不仅在直播方面，在我人生方面也让我就是明白了很多东西。对，老爷也挺有趣的一个人，而且没什么架子，你们应该也感觉得到，不是那种很难相处的。感觉到、哥，说实话，早说你这么厉害，我好好舔舔你，就不跟你逼死羊脸了，对不起啊，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行，实话实讲啊，那个橘，那个我说就是橘子来到一个新的平台，我昨天其实就聊过一个话题，说一个大哥能放弃那个平台，咱不说那个平台刷多少，咱不知道啊，但是呢，能跟着来去，因为每个平台的玩法不一样，每个平台的这个消费概念不一样，每个平台认识人不一样，对吧？那大哥在讲情况下，能陪一个主播换一个平台来到这边来讲啊，每天这么陪伴。而且呢，其实橘子刚来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就是那个大哥又当爹又当妈的，对不对？又给刷着钱，完又还这个陪着打着弹幕，还给交着朋友。其实说实话，这才是我觉着一个难得可贵的一种情谊，对吧？一个难得可贵的情谊。完了，大哥来到这边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橘子认识的，也不乏我们几个人，对吧？我觉着在你开通之前我们认识，其实挺好，对吧？因为别人呢，可能说有的时候这个社会来讲情况下，可能说都是讲那个什么的，但是我们是随来随点，对吧？他也不会有推荐位，其实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挺照顾的，对吧？我们这个来讲情况下，如果你刚开始来就开了，那我们可能是以我本身来讲，我就不敢去连了。对吧？因为我很不好意思、哦，包括这几，对，包括这几个姐妹，其实挺好，对不对？也算是我们这个，对吧？咱就是说，也算是有半个家长了吧。那必须啊，那必须是、啊。行啊，完了以后呢，既然都到这个地步了，我觉得老爷这个四菜一汤的事儿，这个那个有个叫主播叫橘子，能不能安排一下？好吧？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老爷。那必须是不是家人？我们今天都不跟你争宠了。什么玩意儿、啊？我可随了。给家人们都安排一下，是不是，老爷？我可我没有，我那意思是让你给老爷点外卖。你他妈说啥、啊？我跟老爷点外卖。哦，我现在吃个饭啥的。我现在给老爷点外卖。老爷，你想吃什么？
我看这个还可以，这个给老爷点个外卖，0:31了，其实真的有点饱了，给你点个外卖，会不会有点吃不下呢？我看这个，我看这个19.9麻辣烫这个套餐就还可以、啊，有麻辣烫，有土豆，还有那个肥牛卷的19.9这个正好，肥牛卷。我略有点吃不下，行，点两份，我都不太信这个肥牛卷是真的肥牛卷了，我略有点吃不下。问只是当时，嗯，还饱饱的呢，现在不是饿的点儿，你还不卡，还没点就可以弄了。问问老爷想吃啥呀？老爷说，老爷说略有点吃不下，他说略有点吃不下，现在，嗯。哥都是哥们儿，出去跑三圈去，来回来再吃。买的是一整头牛吗？买的是一整头牛吗？都是哥们儿，出去跑三圈去。不看了，弄好了已经，现在很舒服。哎呀，咱也不知道，求各位姐妹家人，咱们也是那个什么一下，好不好？就是珍惜一下此时时光。好吧，珍惜一下此时时光。我怕明天开始，就是我他妈发连麦的这个东西没开始呢，就锁上了，就已经正在真的珍惜一些，珍惜一些。我刚就在想了，已经很优秀。什么？我怕明天就连不到橘子了。哦哦哦！真的、嗯？哎，我知道了，我明天直播设置那种有密码才能进入的，就是那种私密直播间有密码才能进入，密码放屁，太连不了麦了，哎，不高兴。行了，兄弟们，我觉着啊，咱们毕竟是这么好的朋友，这样橘子，我们全体同意你休息几天，等热度下了你再播，就没人锁你了。我要去过年了，我要去过年了。嗯，那没人锁你了就啊。建议做粉丝团，就不妨也是个招是不，兄弟们？纹身早就纹了，大学的时候纹的，对，小猫咪。你们怎么还？你看，你看，这个小哥哥说，这谁家小哥哥？嗯、明天就是橘总了，嗯、兄弟们，还叫我橘子呢？啊，明天橘姐，橘姐，橘姐，橘总了，笑死了，橘总了，已经是。架子拿上来，人说的有道理，也有道理，对吧？但是擒贼先擒王，老爷，妹妹，爹，对吧？擒贼先擒王啊，先给磕上。欢迎馅儿饼。但是玩是玩，闹是闹啊。我们虽然是好朋友，但是老爷开了，咱也那什么，该认识朋友认识朋友，该有圈子有圈子，努力播好起来，啊、跟我们捆呢。我们能陪伴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能往好的走是更好的，对吧？橘子，我跟你也说一下，嗯，已经开始耍大牌了，哈哈，啊，就是不接话了是吧？啊，没有没有，不说话装高手，没有，我刚没听见。哦不是，我真不是，不是、哎、这么事儿、啊。突然有了好多人给我发信息，我刚刚在看，我没听到，不好意思，你们刚说啥？没说啥。我们说橘总，希望你新年快乐。那必须的，老爷不得去表示一下。老爷真就是，有点懵逼，业务开始繁忙了。对呀、啊，我微信平常一天收不到三个消息的。哇，谢谢谢谢，不再说话哥的魔法书。但是看见魔法书依旧很激动。当当当当当，嗯，欢迎宝龙哥，你给我，我不嘛，我想白嫖。谢谢谢谢说唱哥，别子，想白嫖。
今天没喝酒吗？那你从零开始。不是你的风格哦。你现在不喝酒很不习惯。不信吧。齁死你狗东西。多的一个订阅是谁，截图发给我。要去看看是哪个小鬼。那感恩哥。扮鬼鬼。让我看看。今天不是凳子，当然不是了，我是在挂那个有效时长，就是十二点前后那个，是在挂那个。黑蘑菇，昨天休息了一天，昨天事情太多了，我卖了都没有，什么没，什么没没有啊？你多了个订阅，我是说你多一个订阅的事情耶。不是我菜呢。那我把你外了吧，能有一点算一点。别子，我今天地宝没过，能不能给我补上？现在地宝差五百，没吃到三百，一共八百。唉，就真的很晒的呗。啊，谢谢别子。老爷没事、嗯、基本上就是这一波，基本上就是这一波，估计会持续个半个小时左右。怎么了？谢谢别子，你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淡啊？不如给我就是狠狠的刷点，为了给第三个第四个订阅留着吗？难道说过几天高冷锤子？是为了给第四个订阅留点吗？我看你，你给我开，你搞个清楚好不好？你们能不能等我一下下？去吧去吧去吧，好、啊、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来。哦，没事，不好意思，你们等我一下。没事的，拜拜。好，去吧去吧，拜拜。哥，没有，你一直在麻线中，你一直在麻线中，我就进不去啊。哦，那线怎么办？你拉背了，你拉背了，你拉背了，跟那个，你拉背了，你拉背了。嗯。你拉背了，跟那个，你先把背了拉进来，然后的话，我拉，你再拉个小叶子，不对，不对，不对，你拉个那个零度，零度。好。啊，你拉叶子跟艾琳是那意思吗？嗯，对。嗯嗯嗯。啥情况？没有，兄弟们，我们约好的，约好的十二点半。我们约好的十二点半，兄弟们，我约好的，约好的。感谢丸子哥开通的微信。约好的十二点半，兄弟们，约好的哦。恭喜老爷啊！嗯、叶子。
哎，我邀请过于频繁，请稍后再试，是几个意思啊？就你拉太频繁了。你哐哐拉。对。哎，我为什么拉不了零？好的。你眼知道了。橘子，你拉一。啊。我拉谁？你拉叶子吧，你拉叶子，让叶子拉我们吧。嗯。啊，你退出去吧，退出去拉叶子吧，你拉叶子，三V三的叶子。好。对。啊，对对对对对。嗯。Hello Hello 叶子。哎，橘子。恭喜老爷荣升帝皇，恭喜恭喜！我们拉谁啊？我拉谁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拉狗剩，还是我拉狗剩？我拉谁呀？你拉他吧。我拉狗剩是吧？我拉狗剩，你拉狗剩，那我拉狗剩跟艾琳吗？艾琳，那我先拉艾琳。我拉贝了是吧？是什么情况？我刚才他们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哦，好吧，你拉贝了，我拉高升。我还要再拉谁呀、啊？哦，拉零度，想起来了，零度，零度，零度，对，给温温想一个呀、啊！现在可以给温温、嗯。哦，我跟橘子是约了十二点，然后的话，横空给他放鸽子了，然后我说约十二点半。人生当苦何妨？然后就约了十二点半，跟约的是十二点半。来吧，准备呗。好好想一个，想一个好的。来干吧，兔兔来干吧，兔兔来。流涕谈风度翩翩都挺好的。余生有橘子本来不好意思打，也余生艾琳也可以。为什么橘子家是不是橘子家的老爷开帝王了？是不是呀？来突突来突突来，是的，刚刚开的。哦，恭喜恭喜橘子，恭喜老爷，三子，我也饱饿。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艾琳姐，来，咱家可口一上阵，嗯，可口一上阵，爱有。温欢迎好哥口音上阵，色即是空，今日我来，我们扣六，我们扣六上阵了，扣六上阵了，宝宝们来吧，兔兔扣六，来扣一上阵，来家人们，对，咱家扣一上阵啊，扣一上阵，扣六扣六，打吧欢迎静言，好多人给你想温文尔雅呀。咱家扣一啊，咱们家扣一能听到我说话的扣一下一，扣一宝宝们。对呀、啊，扣好久了。欢迎明阳，欢迎老直播间。扣一啊，咱家扣一宝宝们，扣一扣一来。来，准备来。哦，我还没有准备啊、哦，稍等。给我七姐上阵，我七姐。我们今天来，宝宝们，暴风雪打在公屏上，有能量石的送送能量石。感谢我老爷的能量石，感谢老爷，谢老爷的能量石，感谢如弟，谢谢如弟，感谢七哥，哇，感谢温温。感谢我老爷的能量石，感谢老爷，妈呀，真狠，神仙打架，估计又得给显卡干碎，真的又得干卡这样子。谢谢，感谢我大哥，感谢点哥，哇，这么白，感谢点哥，感谢我，谢谢点哥，点哥你好白啊，我们一起冲，感谢点哥，感谢点哥，感谢老爷的火锅，谢谢老爷。谢谢我点点，有什么能上什么，加油呀！谢谢我点点，感谢点点，谢谢玉宝，谢谢玉宝，谢谢我们家点哥，顶住顶住，感谢我点点，谢谢玉宝的梦，来呢，来咱们帮帮队友啊，帮帮老爷，我们一起团一团，哇，感谢老爷的火锅，感谢老爷，谢老爷。
你办吧，你办吧，你办吧。谢谢，感谢我点歌，感谢点歌。咱家把暴风雪打在公屏上，给大哥触发一下技能。感谢老爷，给大哥发一波技能，感谢我点点。感谢我老爷的星光阵，谢谢，谢老爷能量石，谢谢老爷。打过来了，打过来了。我们呀，又出火锅了，又出火锅了。谢谢文姐，真厉害，真厉害。谢谢我点点，感谢点点。顶住顶住，家人们，把暴风雪打在公屏上。欢迎琪琪，来，咱们已经打过去了，打过去了，已经推过去了，顶住，顶住，顶住！我们打过去了，我们打过去了，我们终于打过去了。对，我们现在已经打过去了啊，咱们跟着队友一起冲过去了。谢谢我点哥，感谢点点，顶住呀！来，咱们已经压过去了，把暴风雪打在公屏上。欢迎好棒！来，咱们已经推过去了，哥哥们，咱们能续这个续续饭。感谢老爷的能量石，谢我老爷。真牛，感谢好哥，感谢我好爸。我演员哥。谢谢好爸的能量石。我演员哥和演员哥。感谢老爷，感谢老爷。谢谢好爸。我们可以发送一下暴风雪，或者发送一下设计啊。感谢老爷的能量石，谢我老爷。谢谢兄弟们的弹幕哥啊，太卡了，咱家有弹幕的贡献一下弹幕啊，点一下我们的那个暴风雪啊，点一下暴风雪。有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他刷礼物刷太多了，我亲爱的家，谢谢人生好吗？感谢老爷的火锅，谢我老爷。暴风雪啊，宝宝们，手机横屏点一下暴风雪，帮我保护大哥。感谢玉哥，谢谢好爸，感谢好爸，感谢我老爷，我的妈呀，感谢好爷的火锅，感谢玉宝，顶住顶住，现在双方血量差不多，双方血量差不多，咱家再补补刀啊，能补刀了，咱们补补刀，感谢兄弟们，咱们跟着老爷一起突过去啊，一起突过去，谢谢好哥，感谢好哥，动一动，这是一打二啊。谢谢我们好哥，感谢好哥，感谢我老爷能量石，谢我老爷。对，神仙打架，咱们做好辅助。家人们，暴风雪打在公屏上啊！暴风雪打在公屏上来。弹幕不要停，家人们，我们可以打一下闪电术，打一下治疗。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人白了，家人们，把那个治疗啊，把治疗打在公屏上，先恢复一下血量。保护老爷，保护老爷，宝宝们，咱们加油加油！谢谢兄弟们。咱家能续费的，我们续续费，送送能量石啊，送送能量石来。开始，咱刚才说那个吗？谢谢西吧，来，还有一局来，还有一局来，还有一局来。再来把吗？感谢玉宝，谢谢玉宝。啊，还有一局，还有一局。玉哥的保护欲真强，对呀、啊。请给我卡的，卡懵逼了，我天！没了，是的，太卡了。不是零度，你那电脑可以捐了，真的，我这电脑一点都不卡，很顺畅。我知道，你等我，我过年回来，我那个啥，我换不行吗？就咱这些都是头部主播，不应该配个三四万的电脑吗？你啥电脑呀，这么牛？你 CPU 多少代的？我 CPU i9 的，但是我显卡高，我显卡3080的。我3080钛，我操，你用我显卡高、啊。我也是钛的，我也是代替的，我也是代替的。对啊，我也是代替的，我主要是可能我的那个 CPU 不行，我是。你进来，林路，你进来来。欢迎若曦。咱们扣六上阵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弹幕，谢谢。稍等。谢谢523的哥哥们，谢谢。
来决胜局来，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连过去来。稍等，我点一下。来，家人们扣一上阵。哇，感谢鱼宝续费。来，扣一上阵，扣一上阵，家人们。来，我们扣一上阵啊，扣一上阵，宝宝们，我们扣一。感谢鱼宝，谢谢鱼宝。咱家扣一啊，有能量石的，我们送送能量石啊。开干！冲呀冲呀冲呀，兄弟们！哇！我的妈呀！谢谢鱼宝！我的妈呀！天哪！大哥呀！我的天哪！送爆破血了，我们送送爆破血啊！送爆破血！感谢老爷辅助，谢老爷。感谢兄弟们，我们一起上上电视，我们一起上一上，谢谢蓝飞哥，谢谢志宇，谢谢蓝田，谢谢如意。保护老爷，宝宝们，我们家的宝宝啊，等您度家的宝宝们，我们。速度速度啊，我们有能量石的，送送能量石，跟着队友啊，跟着老爷他们一起上一上。太难了，兄弟们，我们上了。感谢谢我老爷，谢老爷。太难了，太难了。感谢，啊、加油加油加油！感谢玉宝，感谢谢谢弹幕，谢弹幕。我们家有没有刷一点那个虎粮金豆的卡牌卖？就是刷点虎粮金豆的，有什么上什么。拿下拿下拿下，我的妈呀，咋了？对，我对知道的，点点哥知道的知道的。感谢鱼宝，感谢蓝天，感谢如记，感谢治愈，欢迎云长，感谢兄弟们，谢谢鱼宝。对对对，咱们这趋势太快了，打不过呀，玉哥跟老爷都挺猛的。是的是的，不过玉哥艾琳这段时间没播，他是真的没怎么上线呀，没怎么都没见玉哥，你这回来他也回来了。欢迎渣女。对呀、啊、我也不知道。余文哥也是这两天刚回来的，好像。欢迎无名哥。午夜打又热闹起来了，过年了，来，你们起来跑跑步来，起来跑跑步来，起来跑跑步来。谢谢老爷辛苦了，老爷，真的全靠老爷。我去，橘子的身材。谢谢俊哥，感谢俊哥的礼物，谢谢。俊哥，欢迎南。刚刚那个是俊哥吗？我还以为是谁改他的名字呢。我也以为是谁改他的名字呢，不好意思。谢谢俊哥茶包，谢谢俊哥的礼物，谢谢。欢迎金导，欢迎大哥，欢迎金导啊 ！Hello。我说爱你在我就在，龙下部甩人气给你，好的，龙
跑一个，飞了跑了。来，你们能不能追一追啦？哎呀，零度，哎哎呀！去上个厕所。谢谢自助。对对对。欢迎点点。四分钟，四分钟。回来吧，差不多了，回来吧。欢迎掌柜哥，欢迎掌柜哥走进直播间，欢迎掌柜哥。欢迎 Nice 哥。欢迎掌柜哥。各流抽奖，必须的。孩子真快，对，28刀。欢迎噗噗噗，我们也粉了。怎么能够停止不见，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谢谢白鸽召唤，白鸽召唤。
没事没事，谢谢谢谢白哥，欢迎兔兔兔。欢迎阿牛，欢迎哇。没事没事，白哥，你晚上来玩就好了，反正我都在的。新年快乐，白哥！祝你新的一年里面虎虎生威，虎年大吉，生意兴隆。新年快乐。那我明天好累好累哥，谢谢白哥。今天不怎么样，而且挺高冷的。好，谢谢。这两天都没玩。对，没怎么见你。你一般再玩的话，都会来看我的。没事没事啊。在的话会来看我的。没在，可能过年比较忙吧。忙到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元清。我都在说马上有一年了。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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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拿下，恭喜恭喜王爱玲姐，恭喜，太厉害了。对，余文哥还有玉哥太猛了，确实恭喜王爱玲姐，很厉害。没有没有，对，祝玉哥余文哥还有老爷新年快乐，生意兴隆。什么广告生日会吗？好，我叶姐春联都拿出来了。这个春天小叶子一天得放八遍吧。谢谢温宝，温宝，我今天过生日，你晚上来玩不？嗯，谢谢。我跟你讲，我这个还没放完，我还有。贝勒说不出话了，贝勒听。听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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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祝大哥。听不到。一帆风顺。财源广进。姐，你看我咱哥要不罚一个吧，他讲不了话，虎虎生威。嗯啊，对，我问一下吧，问一下吧。嗯，罚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呀。嗯，这不是气氛吗？我买了好多，才到三个，不罚了，然后我们谁去一下吧。嗯，欢迎金汤。艾琳这过年每天都在了是吧？没有。哦，他前几天没播，这两天刚回家，在家里播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之后每天基本上。哇，谢谢玉哥，感谢玉哥的医药费，谢谢玉哥。哇，谢谢好。感谢玉哥，感谢玉哥。哇。艾琳家的大哥都很大气的。咱们是的，你这回来之后晚上没事就一起玩。是的。最近你不播，我感觉午夜岛好像黄了一样。没人了，一点都不热闹。没有，嗯，没有没有。欢迎烟神哥，我就两天没播，嗯，对呀、啊。我过两天估计也要。这两天主播好少啊。回趟外婆家。姐，你上次播吗？姐，你除夕夜播吗？我除夕夜我要来找我玉哥拜年。不播。你这样一说的话，啊、他就不播了。没有，因为我要回我外婆家，外婆家没网。哦，没事，姐。如果说没网的话，我可以给你签一条专属 VIP 通道。回浪潮。那个嘟嘟啊，你跟阿贝的话整上了吗？欢迎玉哥，玉哥过去了吗？欢迎玉哥来了，欢迎玉哥。哇，谢谢大哥，太大气了，感谢大哥。天哪，感谢玉哥，感谢玉哥，感谢玉哥。谢谢玉哥，感谢。谢大哥。谢谢。嗯。太好了，这都。太好了。哎，同时你们都是天使吧。给同时感谢啊。祝玉宝新年快乐。
一帆风顺。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祝玉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哥，谢谢，我就不用了，哥，我的板没掉，哥，我就不用了，哥，我就不用了，哥，我的板没掉啊，哥，我就不用了，哥，我就不用了，我板还在呢，哥，还在呢。狗剩，你这好一招，欲擒故纵，真好。什么欲擒故纵？我哥今天早上刚来我这的。哦。我想吃玉哥的，我随时我都我哥随时来。哎，感谢我哥，感谢我哥，感谢我哥。啊，昨晚没吃到，今天补上。感谢我哥，哎呀，感谢我哥。姐，这就是大皇子的位置，亲弟啊，亲弟弟，昨晚没吃到，今天补上啊，亲弟弟。太好了，过年了，过年了。感谢我哥，感谢我哥，感谢我哥。笑起来就是好看，谢谢。背了咋回事？背了你的哑巴了吗？说不出话啊，听不到是吧？哦，他听不到，他不能说话。哇，谢谢，啊、让我们不能说话。他在家里。行，那咱们出来了。哦、感谢我艾琳姐，感谢我玉哥啊，感谢我艾琳姐，感谢我玉哥。对，谢谢，那咱们就谢谢玉哥，谢谢艾琳小姐姐。嗯，咱们就散了啊、感谢我玉哥，感谢艾琳姐。行，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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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哥，谢谢艾琳。各位姐姐，各位哥哥们，新年快乐，好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那咱们就拜拜。祝各位大哥新年快乐。好的。拜拜拜拜，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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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拜。佛哥太哥，什么？佛哥太快了，佛哥太快了，佛哥。谢谢谢谢，别吃，慢秒秒。老爷，老爷，老爷。厉害啊，老爷！什么？这个老爷，我没看。我们可太高兴了，老爷。我们可太快，不是，我们可太快乐了。咱们也对，确实是打着什么旗号，就是啊，办什么事情，对吧？那真好，真好。明明你懂我们在快乐什么吗？嗯，他不懂，他现在应该不懂。是不是就他们都是、我特别怕他抖，你知道吗？我不是米米，你别说话，米米。啊，我怕他抖，你别说话，嘘。哦，那我应该没理解错吧？不是，应该是哨所。哦，差点啊！别子，你还没有给我开超粉耶？开超粉升亲密快。谢谢呆狗熊的米米做好。哎，在刚才那一刹那，说实话，我因为咱家粉丝群有很多事情，就是我特别的佩服，我真的就是特别的佩服。兄弟们一直都说，真是挺佩服啊，老爷真厉害，佩服。咱们不知道你能不能 care 到我们说的点，真厉害。能不懂吗？感谢感谢初恋哥的粉人，本人能不懂吗？好开心呐，不知道为什么开心，我操，我状态突然好了起来，突然开心，我刷的兴奋。不过说实话，之前的时候，我刚认识佛哥的时候，我看你公屏一句话，我有点忍不住了。妈！啊！你给我看看。公屏打了一句这个，我给你发群里。看一下。我还没看到。我怎么看你这句话？我破防了。我破防了，我都笑死了。完，你说咋的呢？刚才橘子，我说之前就是，之前我直播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直播。自从认识佛哥之后，终于有了我自己的朋友了，终于有了我们五姐妹了。佛哥也是我们的姐妹，五朵金花，对，我们五朵金花。噔噔噔噔噔，挺好，彻底变性。没有，我们刚才
你刚才自己，我们刚才在这儿的时候还说呢，其实就是本来姥爷就是没开的时候认识还挺好啊。对，要不然的话，确实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你再认识啊，或者是怎么地。对，波儿姐好。佛哥应该，我记得可以舔脸拉了。佛哥就是之前那个佛哥家粉丝过来说，他们家家人过来说，他只要把一个主播给扶持好了，他就不好意思去连别人了。对，我就是我们家那个，我最开始最难的时候，他天天连我，天天连我，把我绑死，那是他绑我。完了之后，后面我好的时候，就天天见不着他人，我都是想主动过去喂。我说咱说啥时候能播呀？完了之后有一天急眼了，第二天喂完一天，第二天急眼了跟我说，我想亮个灯搞活动能行吗？我说能行，你快点上，我等你呢。谢谢粉丝，都得我等他，我得问他，我说你播不播，播不播，几点播，几点播的张卡。没有，那个实话实讲啊，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老爷爷我不知道在不在呢，老爷爷说实话，第一点啊，刚才那一波让我很少佩服人，但是刚才我这一波我挺佩服你啊。这其二呢是啥呢？橘子的那个过的直播是得越来越好的，跟我们这些人玩的情况下，只能说我们给你真心，我们也是努力去直播，但是有好的圈子，好的这个真的更好的朋友，其实可以晚上走动走动， 对吧？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给你兜着底呢，对吧？我们给不了你上线，但是我们能兜底，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说呢，首先有一点就是你得玩着，你得播着开心，老爷得玩着开心，对吧？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也不要想太多，这个也是今天有这个，像刚才妍妍说有这个热乎度，对吧？有这个热乎度，这挺好啊。完了，咱们这边呢，就是好起来了，咱就一起，咱们怎么也能沾吧一下，对不对？嗯、但是呢，也别该往好的走的时候，得一定得往好的走，这是也是一定的，对吧？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都能，我们五个都能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好，就是一起好起来，都能开金花。我们就是一人搞出来一个地皇，我们变自己变成比较好的圈子，不行吗？我们就是直接就是帝皇，没有梦想，五金花没有梦想，我有大葱哥就不能开金花，大葱哥，我直接就是。大松哥开，我现在直接就是从我直播间选一个幸运观众。他真想开了着，但是他想开，我拦了他好几次，因为他不太是这种，就是老爷这种玩了很长时间，他特别容易上头，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什么，谢谢，就是该不该啊，或者怎么样。他特别特别，老爷都有粉丝了。我给你天天我给你截个图。嗯，老爷我在我们家现在都有粉丝了。我那一次，我愿意说。谢谢谢谢谢谢韩东哥，谢谢韩东哥。十四级了，别子，红色了，快点狠狠的升一下，好不好？我卡了吗，兄弟们？没有啊，没卡。我靠，严姐，你不动我都以为你卡了，真的，你看。为啥没人发动？没有，就是大家都等那个什么，都看热闹呢，刚才。我觉得就应该大葱哥笑笑两天呢，真的，公屏这弹幕够我乐两天呢，这一句话够我乐两天。老爷在疯狂的打弹幕，现在对老爷现在疯狂打弹幕，你给我猛，我看看来，给我转评一下。老爷说黑粉到处都有，说哪儿都有吧，对。欢迎陈小，他说不再说话，连续好几天看到有你了。不再说话，哥哥是谁家的小哥哥？但是那个老爷，你看我讲两句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能说两句哥啊，就是咱们能理解每一个这个粉丝期望主播越来越好。完了也能这个接受说每个主播是个想越来越好，对吧？但是可能说那个兄弟们大哥呢，可能也是过来人了，对吧？那有的东西说这个大哥是能看到的，对吧？就说你真心对他好啊，你真心对他好，完了以后或者说希望橘子好，那大哥绝对不会差事的。但是如果想是激进一些的，这朋友也不是一天交的，对吧？对吧？这个想激进点呢，大哥那个说白的可能没有那些说那个哎这个哎这个。
年轻的那种那什么的，对吧？但那有的时候不是大哥不好，而是大哥太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哥，那个老爷我说的没毛病嘛，对吧？就是其实大哥是一个不差事的人，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情到那儿了，认识时间长了，大哥自然不用你们说可能就去了，对吧？但是如果说这种行为呢，可能大哥作为大哥的性格来讲不大喜欢，不大能接受啊。我说的发言不危险吗？我的发言不危险，头也不是一天教的，来日方长好吗？这来日方长，但确实刚刚又给我吓到了。那可正常，那太正常了。大风大浪以后会还会有的，这奇怪。一会儿冲你直播间了，兄弟们，那我就休息去，我就休息过年去吧。我也过年去了。哎，大家都过年去吧。那个还有一点啊，我尊重每一个前辈，我也确实没有人播得好。但是有一点，我的直播间是我的直播间，你想当个百事大哥，在我这帮不了，对吧？就是我怎么封你的，就是这么封你的，听懂没？对吧？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你别光在这拉硬儿。睡了，挂着，去吧去吧。橘子要播到几点钟啊？跟你们聊聊呗。你们播到几点？聊聊，咱就下播了啊。这么早就下播了？咱们就下了。都还没有。他们下的早的都。都还没有雨露均沾就下播了，都还没有雨露均沾。雨露均沾什么？我们自己都说了，朋友不是一天交的。嗯，怎么回事？你们不努力呀、啊？我们能玩到一起，那都是有原因的，真的。努啥力？这四位我最好的朋友不雨露均沾一下，说不行，我们要下播了，你们要播自己播吧，是不是？我们能玩到一起，真的都是有原因的。真的困了，嗯，天香醉了，对吧？但是这个哥们儿，你看你好好说话，我跟你说，开我说的也没有毛病，说不开，对不对？欢迎阿东。朋友不是一天交的，咱们也不打算处一天呢，对吧？嗯，主要是怕给你知道吧？有些他你这对吧？你一出来就咣咣的那种，就老爷都懂。哎，都骂，这一会儿就骂我一招了。真的，看现在橘子有种荣归故里的感觉，看着都高兴。荣归故里是什么词啊？荣归故里不是，我说实话，那昨天豆奶和妍妍不在，我就是昨天我连麦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这都是什么？对了，就是因为三年前我们就有连过了，然后他就那个，我不懂能不能讲，那反正就现在就又遇上了。那昨天我们两个都是。这个状态，那个，首先我再说一遍，我很尊重这些大主播，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去控制我说话的方式。我这么说，首先人家觉得没毛病，二呢大哥也没有生气，所以说你不配跟我这么说话，听懂吗？其次啊，然后呢，你就这个该看哪看哪，该干啥干啥，好不好？啊，你就听话，我就不封你了，行不行？好不好？啊，乖哦，宝贝儿。谢谢。刚刚饿了，吃夜宵，吃饱了又睡不着，不是吃饱了就犯困了。老爷真的是脾气超级好，你知道吗？老爷现在但凡能看见字，他都打字回，他都忙不了别的，键盘也快抠碎了。老爷、哎、真的，老爷，我跟你讲，我之前没有想到老爷看帝皇的，你知道吗？我以为老爷就是也不会看帝皇，他今天看帝皇，我真的有点超乎意料了。我说实话，但是呢，老爷看帝皇就怎么说吧，怎么说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老爷话确实变多了。老爷话确实变多，不是老爷话变多，也确实有人绑着他聊啊。以前的时候，老爷是狗不理呀、啊，狗不理呀、啊，没人狗不理。没有啊，我觉得老爷跟我唠嗑唠的挺多的。啊，臭宝是吧？你的臭宝，我的大臭宝跟我唠嗑唠的挺多的。你的臭宝，你的大宝。老爷说他现在这个负责的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了，有点忙不过来。我刚很忙，刚
开帝王的一瞬间，我有点忙不过来了。我的微信从来没同时有那么多人给我发过信息。我靠，真的这么快呀？你知道我，你知道给我发微信的都有多少吗？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速度比你们在直播间现场直播的还要快，可能比我还快。你们还没发信息，短信微信就已经到了。我只能说我们五个人播跑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五个人播跑都是有原因的，那速度太慢了。音色好看呀！我直接就是懵逼，大鼻黄，震惊。老爷累死，嗯，哎呦我天，老爷好累，老爷一个一个回话，你知道吗？天哪，好累啊！豆奶都不知道，对啊，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狗外面让我进去！豆奶是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你知道吗？我说豆奶，把豆奶拉进来，让我进去！我他妈的疼！我难受住了，我也叫会吃宝宝。我的妈在搁外边聊天，这平台能不能隐身？太累了，兄弟们，没有那个什么，你们也别在我咱们直播间别那什么的，好不好啊？别把这个事儿引那什么的，因为其实是个好事，好不好？咱们也别跟着回了，回他们干啥呀？好不好？我啊，真的，我刚刚前面十二点差不多。十二点之前，然后就跟一个之前认识一个主播，我们连了一把 PK 收人气了。我根本不知道，我被锁在了外面。你问佛哥，我今天一进来，我说豆奶呢？我说怎么没豆奶？豆奶呢？问了好几遍。我还在外面，就是聊自己，就是，哎呀，我很拉呀，我就是很难播呀，什么，我他妈还在聊自己的那些，就是小心事，万代宝，莫言，笑死了，把爷锁外面了，锁你，嗯，我去个卫生间，家人们。你们先聊好。感谢。我觉得真的要谨言慎行的，在这里。真的，不敢说话了，不敢说话了。老爷说小号要立刻建立，他说我直播间的人说橘子去卫生间吧，我陪老爷唠会儿。我以后没把直播间挂，我就不上播呗。我家哥们都开始呼呼的打弹幕了，太他妈有意思了。感谢狗熊，感谢我们狗熊开通的超粉，或者太阳哥，你也快建小号吧！感谢我们狗熊的超粉卡。又上厕所？哎，四号，他前面好像上过。啊，不，前面是佛哥上的。都轮流去了一遍。哎呀，正常。但是我坚信一句话，是有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都是一个道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跟你讲。对的。就比如看我的，没有一个喜欢敏敏那种夹子音，看你个，哎呀。是的，是的。欢迎简单哥啊！欢迎阿东。
老爷，老爷，我们都要下播了，能不能跟我的好朋友们都安排一下？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咱们就是不用雨露均沾一下，然后我们下播了，然后明天，然后我们再继续快乐。欢迎老爷，老爷不用，你别给我刷，你别今天别开这个口，老爷。那必须的，那在我最在我没有人的时候，你们陪我聊了两三个小时。感谢老爷的两个冰雪奇缘。哇，欢迎老爷，欢迎老爷，哦，谢谢老爷。嗯，我、哦、感谢老爷，感谢老爷。尴尬。主要我们不是在那什么，主要他是跟着那个，你知道吧？你要是直接下还行，要不然他，你懂得，你懂得。嗯，好，豆奶凳子，直播日入过千，豆奶凳子直播日入过千，日入过千，叫他下岗了吧，就让他的凳子播，别给椅子送了，别给椅子送了，大家都乐呵了，是的，不然今晚会看表情，看表情一下，真是。什么？这是姐上过最贵的厕所了！哇操！上过最贵的厕所，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橘子，欢迎梁生哥。哎，嗯，直接就是。姐妹升天，我也跟着升一点点，幸福一把。你怎么知道我是猪啊，宝宝？欢迎简单哦，欢迎简单哥。嗯。椅子还会切割，豆奶不会。椅子还会切割，谁他会自动切？他会自动切割。泡沫在消失。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老爷。好的，收到。太幸福了吧，咱们就是说，嗯，哭了。橘子真的蛮好，橘子真有意思。那我们要不一起下吧，姐妹们。明天见好不好？明天不是今天吗、啊、哦，今天见，今天见。好，嗯，我们一起撤了。好，明天见。那个但是我你说我们谢谢老爷。我每天有一个直播流程，我不知道你们那个能不能，但是咱们一起吧，正好感谢那个老爷今年开通了，对吧、嗯、但是我每天都做，咱们一起吧，好不好？嗯，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也感谢所有的这个新认识的，完了也感谢所有的大哥们兄弟们，你们都辛苦了，好吧，给你们鞠个躬。起吧，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感谢老爷，感谢老爷，希望老爷跟橘子要开心啊！谢谢大家，快乐，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乐，要快乐，感谢老爷，谢谢老爷，给开了个好头，谢谢老爷，以后我们。以后我就给老爷当牛人，共同繁荣，共同繁荣，我们一起共同繁荣，来，一起，我们一起争取变成那种好的圈子。二，结束直播都飞出去。谁对是谁搬走，谁小狗。不行，敏敏下不了了，我敏敏在求我的能量石了，我在求你的能量石。我先出去，那我先撤了，我结束直播了，撤了，拜拜，姐妹们，拜拜，各位，拜拜，拜拜。